我就突然还是想要讲成五悠悠，对不对？哎、欸，大家好，晚安，晚安，晚安。好，晚悠悠哦，现在是八点，八点刚刚好。好，因为八点钟大家应该吃的也差不多了，然后现在可能在喝茶，可能在配点心，然后可能现在对啊，现在你们都在干嘛？有没有很懒洋洋的，然后躺在沙发上，然后看电视，有没有？等我把东西电电视调一下。 来了来了啊！我要一样要先早点名。好，各位好朋友，晚悠悠。<laughs> 好，来我看一下有谁在哈？九九九零妈妈，九零妈妈你好，粉粉好，苏冰苏冰丽你好，小轩好，各位好朋友，大家晚上好。还有启明哥、金伟哥、庆荣、达利尔、蓝薰、Rose。 然后瑞奇尾分年旋周 Philip 哇跳的好快哦！哎、欸，我现在改这个晚上，大家好像都觉得还不错，对不对？好改晚上，各位好朋友好像尾分也在嘛？对啊，林娟、小丽、令你好，真灵、抹香鲸好，逍遥自在、宝格丽一杰、健伟哥一帆风顺、和公主、熟悉的陌生人、永兴 KK，哎、欸，你看这很多很多好朋友，点青啊。 哦，哎，对，真的很多人在宝格丽，宝格丽，你看小五哥、文凤玉霞，小五哥也是二十四小时，对不对？对啊，大中哥，大中哥，早上、晚上都看到你，好开心哦！哈、哦，小雨好，林美如，美、哦、如，u, 好久不见哦，还蛮想念美如姐的。对啊，云海好，林和睦，尚书明好，阿奎拉你好，建中，胡嫂。 胡子嫂，你是胡子嫂嘛？对不对？应该你应该是胡子嫂嘛？哈，对啊，胡子嫂好。那天胡子竟然记错你的生日，他把你的生日记成我的生日。我其实，在挂听，你知道，我心里想说，然、啊、后他完蛋了，有没有罚他跪算盘？哈，<laughs> 胡嫂跟我一样高，诶，还蛮难得的。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胡子嫂的时候，我想说，哇，这女生好高哦，哈，还蛮难得的，跟我差不多高的。 我比较少见啊，所以就印象很深刻，然后也后来也被胡子嫂的这个很真性情，非常的直率，也很喜欢他。谢谢温琪好 e l i s o n 好，花大伞，你看你又跟上了，你还在加班哦！天哪，现在八点了耶，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下班啊？好，一一好，惠儿哦，各位好朋友，流浪连正霜 PK Style 超前卫喵喵,喵卡欧力，你看重培黑咖啡，我都现在也有看到你了。 好，C S M 好，好，做头金清流，能有哥等等等等等等，那那我们就不一问好了。Max 一直浪，一直浪也很可爱哈。好啊，那今天呢是十月二十六号啊。文也是全天班，然后白天现在超无聊，是不是？大黄哥好，大黄哥也跟大黄哥是晚班了哈。大黄总会被发三 Q 鸡牌。了，大黄哥你要发三 Q 鸡牌了，是不是？哎，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跟我们讲一下？ 好不好？跟我们讲一下啊！我们也稍微宣传一下。大黄哥你在，你再你再赖我好不好？你再私密我。虽然只有一百份，但是来就是反正我们先讲好嘛。啊，只有一百份，如果来超过一百个人，好那也没关系啊。啊，大家就来现场玩嘛，就好玩就好了，对不对？没有吃到的不要难过，好不好？哈，哎、欸，谢谢大黄哥、欸，哎，还还有随缘随缘好，对，一帆风顺。改了名字，改了图，看了很舒服啊、哦，谢谢。 素环好，谢谢你。啊有破皮美华啊，美华姐，好啊。诶丽颖，你真的要坐飞机去吃鸡排哦、啊？好，我看看，我看看大黄哥什么时候发？好，在哪里发？诶县长哥，县长哥，县长哥好，县长哥你也是晚班的对不对？我早上比较少看到你。好，江湖故人河马好？好，不一一问候。哎，知会。对我每次在，我每次打招呼就是哈。好，那我就不一一问候喽。<laughs> 好，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很开心呐、啊。我我我看以后我可能就真的改晚上好了。好，因为改晚上，我发现晚班的人其实还不少啊，就会看晚上的人。我觉我觉得哦，这个中午十二点，好像早上有时候有很多事情，我比较没办法做啊。那现在苦根皮皮好，饭盒金大哥好，小不点好，逸 <laughs> 轩说大黄蜂应该要发蜂蜜啊，<laughs> 加加嘛好。 机张哥好，然后哎，对啊，哦霸姐总部啊，哦、你地址在霸姐总部，然后看是哪一天，大王哥你可以直接在线上跟我们大家说啊，看是哪一天。哎，不过说真的哈，你看哦，三 Q 已经结束了，对不对？可是三 Q 的新闻还没有结束哦。好，那他现在虽然已经被罢免了，但他现在还有大概剩五天，还能够当这个立法委员。Dream Never Stop 你好。 哎呀，原来你在印尼呀、啊、！Dream Never Stop 说这个时间太好了，我要上课都只能听回播补课。好，那希望能够维持这样，印尼就能够让君君的直播填补空虚时光。感谢你的君君小礼物，让珍珠奶茶妆能够陪我去印尼。所以是你哦，哦，所以原来是你呀、啊！哦，好，那我知道了，那我知道了。哦，那我也很开心。对我，原来我的珍珠奶茶装是送给你哦。 好好好好，那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我其实知道你是谁。好，那但是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心照不宣，心照不宣哈，心心相印，心心相印，好不好？嗨哟，好开心哦！是啊，烟 K 里衣服我也帮你准备好了，所以就就看你们什么时候需要我帮你寄，我就寄哈。小轩也回来了哈、哦，明红，Marcus 你好，好，那所以啊、哦，诶、欸，丽珠，我给你们讲，丽珠你这样讲就对了啊，因为我们觉得 Thank you 虽然被罢免了。 因为他刚刚说 “thank you” 的嘴还是很秋天的秋哈、哦，是没错，还他他还是还是非常的那个哈、哦，而且他后来罢免完，然后他就去吊点滴了。大家知道这新闻吗？我想说，他之开他一开始在罢免的时候，他说要用苦行僧的方式就走啊走啊走啊，有没有要走什么十公里啊什么的？然后才走了没有几天，脚又破啦，然后又晕眩啦，等等等等。 我就在想说，这样怎么抗中保台？好，那结果后来罢免完，然后第一时间就去到医院去吊点滴了。所以我就在想，他因为大概三十六岁啊，我想说，天哪，他这个他这个身体是真的是很不好，是不是？好，那其实当一个政治人物啊，身体好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行程真的很多，所以体力要好，这件事情是大家应该都知道。 可是像这样子这么年轻，然后就就很很孱弱、哦啊、到底要怎么抗中保台，我也不晓得。那下一个就是林长左嘛，下一个要霸的就是清零散场，那个那个场是林长左的场。好，那清零就是林是林长左的林。好，所以要清零散场。下一个就是他，然后他也是现在看来要走陈伯维的路啊，然后也是要抗中保台，对不对？好，然后他说要抗中保台，哎，我可以看一下这个新闻呐、啊，他真的。 住院打点滴啊！可是不管怎么样，希望他早日康复啦。可是真的是，就是就是体力可能真的要稍微顾一下哈。那因为他这个新闻其实很不好找，因为他后来这个新闻啊，点进去那个链接其实是被拿掉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拿掉。所以我本来一开始在想说，这到底真新闻还是假新闻？所以我找他住院的这个新闻的时候，都是出来他之前。 他之前不是有一个什么打手枪住院那件事有没有？因为他打靶嘛，还是怎么样的哈、哦？所以找到的都是之前那个。但是不管是哪一则新闻啊，个人都觉得你要多练一下身体好不好？哈、哦，这个姐姐年纪都大了，可是我都觉得我我都觉得我体力真的还算蛮好的，我都真的这样觉得。不过我觉得他这种啊住院打点滴这种事情啊，其实应该多半是心理压力啦、啊。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像。 我在这个周末不是有去上课吗？好，那上课之前，因为我要赶教材啊，我要写教具啊，然后我要写自己的教材，所以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因为我们只能多准备，不能少准备嘛，所以我就准备了一个我一个人站上台去可以讲五到六小时的，就连续不间断可以讲五到六小时的一个教材。好，那当然主题是不一样啦。那所以我几乎没有睡好，然后前。 上课前一天也失眠，因为我必须把所有东西都很熟的记在我脑子里。然后上课前一天失眠，上课完之后又失眠，所以大概一个礼拜，然后每天大概只睡大概两个多小时。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心里心里有事哈，不见得是多大的压力。那以他来说啊，这个要被罢免的人呢、啊，心里一定都是非常的吃不下，也睡不好啊，一定心里都是非常的焦急，非常的。 他不可能会平静嘛，他不可能会稳定，不可能会稳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现在就来到了林长佐、啊。那林长佐也是打着抗中保台嘛，他什么都喜欢讲是中共嘛，这大家都知道。结果后来他什么都喜欢讲中共，然后你各位知道吗？既然要抗中保台，阿、啊、林长佐也没有当过兵。 所以我在想说，林长佐你可能现在也开始要好好练身体呀。诶不是所有有六块腹肌、所有很精壮的人身体都好哦、欸。诶其实不见得哦。好，那个外形看起来当然是六块肌，看起来是很重看哦、啊，很好看哦、啊，但不见得，对不对？啊，因为林长佐自己也有爆料过嘛，他其实是逃兵役啊，因为他说他有在吃什么药、什么药、什么药，然后因为吃了那个药，然后他还当街。 为什么人家叫他“闪尿乐团”，他叫“闪灵乐团”？那为什么人家叫他“闪尿乐团”？因为这件事情是真的，“闪尿”不是形容词，在林长佐身上，“闪尿”真的是动词啊！他说，因为他吃药的关系，还怎么样？不知道，反正他就是当当众、当众就直接就就尿裤子，就是排泄物喷了一地，就对了。所以他是真的有发生过这件事。 啊，查新闻也都还查得到，所以要接下来是临场走了，这个心理压力跟生理压力啊、哦，这个是非常让人急处在一个高压下的，所以要好好保重身体啦。那还有一些朋友啊，还有一些人呐、啊，他说：“哼，你们呐、啊，本来说要罢免我，可是呢，馆长也喊着要罢免我，但是呢，就罢不掉哈、哦。”我跟大家讲啊，最近啊，也有人要喊着要罢免议员。 罢免谁呢？简书培嘛。好，因为简书培叫柯批，不是说你讲出来蔡总统的四个坚持，你讲，你讲，你讲，你如果讲不出来，你就要给他道歉，好不好？茱莉亚好，君君，你的正能量让我好好的面对我的病，真的假的？真茱莉亚，你好棒哦！哎，我也很感谢你们呢，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件事。 哈，因为像上一次有有一个有一个妈妈，她的孩子在工作上面遇到霸凌，然后她就举了君君的例子，鼓励她的孩子。好，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只要能够有一点点像这样子的一些正面的讯息、正面的能量能够传递出去啊，然后我都觉得好开心哦。然后珍珠莉亚，谢谢你哦，好好保重，然后记得就是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然后让我们也分享一下。 你的这个喜悦好不好？哈、啊，那还是要好好保重哦，身体健康最重要啊。好，那所以就讲到，就讲到简书培嘛，也有人在说要罢免他嘛。好，因为你你一个议员，你不去问台北市相关市政的议题，然后你问什么四个坚持，硬要叫柯批讲四个坚持，讲不出来就要跟蔡总统道歉。然后柯批不是说他讲的都废话，然有，就两个人在那边吵来吵去哈、哦。 所以就有人讲要罢免他，可是罢免简书培、罢免议员没有意思，为什么？因为明年他就任期就到啦，哈、哦，他就选不上就不要投票给他，选不上就好啦，哈、哦。诶、欸、高景也来了，是不是？好，这个高景的身体也要好好保重哈。高景，我跟你说，我今天主动跟你说话，是因为我想说算了，哈，我跟高景常吵架，对，然后吵架就是，哎呀，姐妹，反正就是这样，就爱吵架。 好，但是我今天算是主动跟他说话。诶、欸、不是我认为我错、哦，好、哦，是因为我想说算了，哈、哦，这个自己家人没事啦，自己家人没事。青岩说挂听啊、哦，好，诶我看到有，我看到青岩，我,我想到一个，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一个叶霞姐姐，然后想到粉笨哈、哦，好久没看到他们，好，所以大家都保重身体就对了。好，那诶、欸、我们所以所以议员议员其实。 对他发动罢免，不是说罢免不掉他馆长。那时候说要罢免他，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状况。好，但是反正啊，据他说，你看馆长都罢免不了我，都罢免不了我。好，据他说啊，讲的讲的话很厉害这样啊。可是我因为我不晓得状况了、啊、哈，我不晓得那时候有没有有没有什么有关一些什么强奸啊，或是有没有磨铁,、啊、铁啊，或什么胎记啊，我不晓得那时候那这些东西出来了没有、啊？那这个我就不晓得了嘛，是不是？好，此一时彼一时啊。 那个时候状况跟现在不可同日而语。然后再来就是议员要罢免他，真的也没什么意思啦。一凡风顺好，一凡好，一凡也帮我跟小莫、小小莫问好哈、啊。嗨，谢谢谢谢你们，还有你家老莫、啊、哈,哈，哈谢谢。好，那后来陈伯维呢，算是三 Q 删掉了，但是后面的风波还是不断。除了他，诶，他的身体的状况。 好，大家觉得说哇天啊，他这个年轻人这样子，好像好好练身体之外啊。那另外还有陈柏维，他被罢免完之后，他好像没有什么，他好像没有什么觉得自己应该要被检讨，对不对？好，他还还还好像觉得说，哎，我没有，我没有输，我不算输，我没有输啊，还还还这样子啊。然后大黄哥好，Thank you，嘴巴很合伙，所以我决定送。 鸡排，他说韩粉不多啦，他们罢免不掉，罢掉了就送鸡排。他不发大黄来发，大黄哥，你是发了是不是？要发鸡排哦、喔，<laughs> 谢谢大黄哥，我看我可不可以冲去排第一个，然后领一块，好不好？大黄哥再把再把这个时间再跟我们讲哈，会在罢罢免黄杰的那个总部。 好，然后时间地点再跟我们说。好，那结果呢？陈伯伟他后来他，因为他觉得，他觉得他没有什么错啊。然后他后来不是有那个车车队卸票，有没有？哎，我跟你讲，他们我真的不知道哎、欸，那个支持激进党的好朋友，他们也是很可爱哦。他们他们说，你看吧，你们韩总都没有出来卸票。<laughs> 他说，我有时候跟他们跟他们那个小朋友吵架，你知道吗？ 你们知道有一次啊，在之前在选这个总统的时候啊，不是有跟激进党不是常常就就来闹场嘛？有没有？他们不是常常来闹场？然后后来有一次，我有跟激进党的他们在闹场，他们等韩市长来，他们一直闹，一直大喊大叫。可是他们喊叫的东西都很奇怪，就是真的是非常的仇恨啊！他对着我们韩粉喊啊，什么韩粉什么什么滚回大陆啊，好，这就这之类的。 好，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中国人什么之类的，哈，就是大概就是喊这些很意识形态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我不是就有跟他们说吗？我不是就有过去跟他们讲话吗？哈、哦，就是诶，大家都是台湾人啊，你们你们干嘛要这样子啊？他说我跟你们不同文层，懂吗？激进党就这样跟我讲嘛。好、哦，他说我跟你们不同文层，我说没关系了，那我要跟你同文层嘛。哈、哦，就是小朋友吵架，然后那个弟弟就因为因为我有跟他讲，我说不然不然。 我邀请你，你来我们这边哈、哦，你放心，我们人都很好。好，你如果想要讲什么话，你不要站在这边这样子大吼大叫，叫我们滚回去，叫我们干嘛干嘛，然后笑我们这边是老人，然后我们这边的好朋友就很可怜啊。我们这边的好朋友，他就我们这边的好朋友就唱歌，就大声唱歌，对面是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大声唱歌，然后唱爱国歌曲啊。 我忘了什么，类似国歌啊、国旗歌这一种啊。珍茱莉亚好，你是癌症康复哦，哇，我们你能克服，谁都能。谢谢你们的正能量，爱你们，茱莉亚，谢谢谢谢，好棒好棒。诶这真的是给我们很还蛮振奋的哈、哦，听到都觉得很高兴。对啊，太棒了太棒了，恭喜恭喜。 好，那常常上来跟我们打招呼哦，哈，因为其实癌症就算康复了，你都还是会固定追踪嘛，好，所以常常上来跟我们打招呼，好不好？让我们知道你都一切很顺利，一切很平安，哈。所以那个时候，激进党在我们的对面就这样子，然后我们这边的这边的这个，好，我们同一阵线的就以唱歌以歌曲来回报，那所以我就走过去了，我就邀请他们过来，结果那个弟弟就就突然就词穷，他就傻住了，有没有？所以。 他们跟他们吵架就是这样，就真的很像是小朋友在对话。我，哎，那没办法咯你看这个激进党的立委啊，大概就是这样哈，他的一个态度啊就是这样。那现在陈柏维呢，他就卸票，他就坐在吉普车上面卸票。所以，所以我就跟你说嘛，这个支持陈柏维的朋友还有说，你看你们韩总都没有卸票，哈,哈，题外话啦，来，大家可以看一下陈柏维卸票。 大量违规，好、哦，他违规了，他做了什么呢？你看有没有看到陈柏伟？看到陈柏伟在上面啊、哦，旁边这个叫李宇珍。好、哦，但是站站在站在这个车上没有办法用安全带啊，这这个我们也也无话可说了、啊、哈，因为肇事也好、卸票也好、败票也好，其实站着的人你本来就很难用安全带，但是但是他车内的副驾驶，这也就是他的堂哥。 好，如果大家有看到哈，里面有一个驾驶跟一个副驾驶有没有？他的堂哥陈玄，那个字念化是不是还是啊？哈，反正反正他那个堂哥是没有用安全带的啊。那如果你是坐在车子里面然后没有用安全带，那其实就难辞其咎嘛，好对吧？那。 不过有人就在讲啊，说天哪，民主迫害啊，政治追杀呀、啊，怎么你们还忍心在追杀这个台湾的民主之子呢？啊，然后各位还有看到我们下一张图片，他还车牌号码还把它挡住好，这样是不可以的哦，车牌号码是不可以挡住哦，这样是违法的哦。好，我们的车牌号码是一定要秀出来的，不可以这样挡住的，好不好？那站在他旁边这一位李宇珍呢，就是可能有可能。 因为现在他的立委，台中立委等于少一席嘛，要补选嘛。因为立委可以做到二零二四，所以要补选。那他很有可能就是派这一位李宇珍，然后出来参选，代表激进党参选。好，那还不一定。好，那因为据激进党里面他们的他们的年龄层比较年轻，所以他们很多要参选的或是想要从事政治工作的，都可能还要回家去问父母。所以他们都比较比较不一定的哈、哦。好，所以。 呃，激进党人就在讲啦，说你们在民主迫害，你们在政治追杀，都已经被罢免了，你们怎么还忍心追杀台湾民主之子？买个追杀我们台湾婴儿、啊、啦！我反正我们又不当了，干嘛管我们这么多？好就，哎，现在还是现任哦，还剩下五天哦，还剩下五天好不好？好、啊、那当然也有网友在酸呐、啊，说，哎，陈柏伟都肇事逃逸了，这种不带安全带的小事吧，好不好？好，那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觉得陈柏伟啊，他本身就是。 真的好像比较没有在反省啊，然后就一直在违规诚信，反正嘴巴打着抗中保台就可以了，只要是抗中保台，中华民国法律全部都当参考用。然后有网友也在酸他，说当然啦、啊，当然不要绑安全带啊，不要绑安全带，到时候肇事逃逸比较方便啊，对不对？跑比较快。好，所以他就是已经已经有一种变成大家的笑话的那一种感觉了，然后大家。 另外还在讲说啊，赶快检举啊，检举达人，检举起来，要看到血流成河等等等等啊。然后有人又继续加码爆料，说陈伯维这十天当中，他在路步行拜票的时候，好也是有很多的违规啊，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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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好，那但是以后所有政治人物都要小心，以后呢，如果你有战车的话，哈。 他、啊、记得坐在战车里面，记得也要带安全带，因为现在这种血流成河、这种政治追杀，像这样子的事情啊，我们也不能双标嘛，是不是？我们是用这个标准去看陈伯维的，好，那我们也要用相同的标准就去看国民党的，对不对？一样嘛。所以只要是政治人物，那我们都有这个监督的权利。我没有投票给蔡英文，我没有投给苏贞昌，但我可不可以监督他？ 当然可以啊，本来就该监督啊！哦，就是这样。那现在陈伯维被罢免成功了，可以感受到一种气氛，叫做树倒猢狲散，然后墙倒众人推。因为现在在激进党也好，在挺陈伯维的社团粉砖好，或者是 Line 群组都好，他们现在在开始找战犯，他们现在开始怪东怪西，怪台中选民，然后攻击台中选民。 攻击台中的中二选民，然后也怪民进党，也怪蔡英文，到处怪。所以挺陈伯维的一些人，他们跑去怪蔡英文嘛，怪民进党嘛。好，然后这个那那其实他们他们的很多的人都是重叠的嘛。那里面挺陈伯维的也有本来是挺民进党的、啊，那他被骂了，他也就很不爽，他就回头也在骂。 陈柏维以及陈柏维这激进党，反正里面现在就乱成一团哦，乱到那个管理员哦被迫出来，被迫出来告诉大家，卖够差啦，不要再吵了，你们吵成这样，我必须要删留言。好，所以那边也变成一言堂了。所以删删那个对陈柏维也好，然后对民进党也好，就是所有不利的留言，他都要把它删掉就对了。好，那可是你看到在罢免完之后，陈柏维出来哦，他有讲哦。 他有说哦，哎、欸，我们跟蔡英文呢、哦，我们跟民进党，我们不是队友哎，他自己讲的、哦。他说他们跟民进党是有队，哎、欸，各位好朋友，什么叫有队？什么叫队友？队友就是我们是好朋友嘛，对吧？好是甚好。那有队是什么？瑞祥好，有队就是有有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两个 team 嘛，我们是两个 team 啊，我跟你是平起平坐。 你是一个队，我是一个队。好，我没没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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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友。好，他是队友，但是我不知道,知道怎么解释。哎，你们听得懂那个意思吗？意思就是我们激进党不是民进党的附属品哦，我们是两个队伍。好，那我们是友好的，是互相帮助的，所以我们是有队。你知道那个意思吗？一队友的话，好，感觉在队友里面是有分等级的。好，你是民进党，你是蔡总统，哈利比卡管，但是有队就不是了。 有对就是 Rebecca 好，原来他们也会往内户打哦。当然啦，Rebecca 好那种为了利益结合的，到最后就是内讧啊，就是这样子。好，那所以现在他们就真的内讧了。我跟大家讲，他们以后不但会内讧，还会变成敌对。为什么？因为民进党会派人出来在中二选区补选立委啊，激进党也说了、哦，陈柏伟也说了、哦，他们也要派人，是吧？好，都已经讲到这样子了。 所以被罢免完之后，我其实都可以感觉到陈伯伟很不爽民进党，我都可以感觉得到。因为以他一出来的发言，他是告诉大家，蔡英文、民进党跟他们是有对他们不是队友，不是朋友，是有对他们是两个对所以，然后他接着也说，他们激进党还是要派人出来补选。那所以他也要补选，他也要补选，这两个怎么样？ 啊，为了利益就会内讧嘛！而且我讲真的，当初这个当初为什么陈柏为高雄的议员选不上，然后他能够到台中去选？为什么？因为民进党让他选啊！为什么？因为中二选区感觉就是个烂地方啊！我不是说他是烂地方哦，我是说对民进党对绿营来说，他们哪里打得过严家、啊？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赢的把握，也没有赢的可能性。那算了，干脆让陈柏为去选，他是这样。 然后让他去选大黄蜂，好，我内呼把它免费，谢谢大黄哥，谢谢谢谢大黄哥，谢谢瑞贝卡啊，谢谢。所以他们就让陈柏伟出来选，哎，没想到给他选上了，哎，他真的运气真的很好哎，可是很可惜了哈，选上了并没有好好的珍惜，并没有好好的做，那也没有人想到他会当选，那反正他就是选上了。那选上了以后，哎，陈柏伟，你知道，选上了也很大为啦，陈柏伟觉得。 这个地方是民进党爹不疼娘不爱，他们不要的地方，可是我选上了。请问一下，这功劳是谁的？一切都是陈伯维的功劳，这就是陈伯维的功劳嘛？所以他选上了以后，其实对他来说，他的那个姿态其实是有出来的。那再加上这次罢免，这次罢免吹出了七万多票。 陈伯伟也也觉得说，哎、欸，开玩笑，这七万多票，当初选上的时候是因为我个人魅力，现在虽然罢免了，有吹出七万多票，那也是我个人的魅力。可民进党会觉得不对啊，我们也都很认真在帮你啊，为什么我说陈伯伟不领情？因为他败选的时候，他说了，民进党是有对，然后他说了，激进党要派人出来参选。 他都不用商量，也没有商量，他直接就这样讲，直接就这样讲的意思就是，哇咖喱，民进党、激进党跟你民进党温习平起平坐的，好，老子不吃你这一套，我现在我有我的能量了，哇大胃呀啦，好，我大伟了，是因为是这样，所以他现在反正就有筹码了嘛，对吧？那七万多票也不是假的，他现在就有筹码了，大伟了，大伟了，所以各位看看，帮人帮到最后到底有什么好处 d r e m never stop。 这种情形就像柯文哲啊，当初民进党，哎，对对对，龚柯选上了，现在柯大伟了，没错没错没错，炒翻了，完全就是这样子的概念，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就对了，哈、哦、啊，反正绿绿有网军啊，蔡英文总统有网军，赖清德证实过，所以他有网军，反正就你知道的哈，现在民进党网军也已经开始啊、哦，也对柯文哲也下手了嘛，好，然后对于激进党。 目前看来，他们内部吵的还蛮凶的。至少你在网络上看到，民进党的侧翼啊，攻击的还蛮凶的，攻击激进党还蛮凶的啊。所以有时候呢，看到真的，你帮别人到最后到底有什么好处？啊、嗯，对啊，不晓得诶、欸，那他们现在应该就是会瞧嘛，啊，就看怎么瞧嘛。那你说这个再怎么瞧也都是个利益分配嘛，不是这样吗？ 譬如说，啊，激进党，你们这一次中二选区的立委，你们不要出来选哈、啊，啊，到时候可能明年选议员的时候，我拿哪一区哪一区哪一区跟你换，反正就是瞧嘛，对不对？激进党不会让民进党好过的，他不会让民进党好过的，他现在大伟了，手上有筹码了。如果民进党不跟他谈，不跟他分，好，那我就派人出来选，我就扯你后腿，看你怎么样，是吧？好，所以有时候我依然还记得啊 哎，北卡大姐好！你看我现在这个时候，我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华侨，看到很多好朋友。梵天哥，哎，梵天哥，有对的意思是不同政党，但是同流合污啊。另外，你跟帅景只能算是激烈沟通，不能算是吵架。对，我们对不同的意见进行了全方面的沟通。对，梵 <laughs> 天哥，谢谢你的补充。你补充的，你讲的比我好啦。嘿啦就是安那啦。 哦，那现在真的可以看到好多的华侨好朋友、啊。静轩说，激进党会被吞下去啊，就就就看他们怎么处理啦。好，反正我相信民进党也也不会再想要养一个民众党。好，真的大伟了，谁要听你的话？谁要谁要？对不对？谁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我就依稀依然想到，好，我们有一个姐姐，她的老公，好，我们就叫杰夫好了。线上有一位姐姐啊，杰夫就有跟。 跟我们呐、啊、哈，就曾经讲过，帮人家帮到最后，啊，这其实没有什么好帮啦、啊，他说他一辈子帮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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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然后最后真的记得的，还会真的到最后回来还还感谢他的。他说真的很少很少，好，所以帮人也要，也也要很很小心啦哈，就是就是这样子。那好啦，这个我们今天呢、啊，来还是要讲一下台积电哦。 因为台积电最近，我就觉得为台积电也是很叫屈啊，好可怜哦！台积电贵了，台积电贵了。之前不是不是台积电不是曾经讲过他不会把客户的讯息交出去吗？他不是讲过这个话吗？然后结果最近他说啊，他决定在十一月十八号之前将资料送给美国了。所以现在他把机密资料送给美国，就等于把自己衣服扒光了给美国看嘛，就等于是这样嘛。好、啊，所以。 怎么怎么会这样呢？你之前不是才说了不要吗？然后你你说你不会把这些机密资,资料送给美国，你不是自己自己之前才讲的吗？而且你看到十一月八号，离现在还有两个礼拜吧？你那么早就投降干什么？搞不好这两个礼拜之内会有什么转圜的余地呀、啊？你连垂死的挣扎都不做，你连抗争抗议都不做，我感觉紧逼哀呢，真的很悲哀耶。 虽然说台积电的股份有很多都是都是这个美资在持股，可是你有它的股票，不代表你有台积电的决策权呢、欸。哈，他是无法去管到台积电的决策权。可是，怎么会台积电明明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护国神山，怎么会搞到最后变这样？怎么会这样子啊？那我再跟大家讲啊，美国自己就有芯片的厂商，英特尔不是吗？ 各位，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啊，在五年前，台积电跟英特尔这两家公司的市值是旗鼓相当的，是差不多的。五年前哦，但是各位知道现在，现在台积电跟英特尔他们差了三分之一，台积电大胜，好，那英特尔只剩下台积电的三分之一而已了。所以我们真的很合理的怀疑哦、啊，因为现在有芯片就有全世界嘛。 好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我们很合理的怀疑，美国他是不是就是要把台积电、三星的数据握在手上？他们的重点、重中之重，是不是要帮他们自己美国的企业英特尔卷土重来、重振雄风？有没有可能是这样？我看他就是这样。艾西斯说这样算卖台吧，我也是这样觉得耶。好，所以他他当然是嘛，可是他会这样告诉你吗？他不会，他不会跟你这样说的。 他会告诉你，没有，因为现在全世界都缺芯片，好，所以我们只是要追查这个芯片的流向，芯片到底去哪儿了？好，我们想要看一看它的流向，我们想要能够最好是能够平均分配，我们只是想知道这个而已，少来，好，因为五年前其实 Intel 跟台积电他们在旗鼓相当的时候 <noise>，Intel 其实曾经扬言过，他要打垮台积电。 所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嘛。你知道五年后这样子的落差，你知道 Intel 他的内心有多难受，他有多痛苦吗？而五年前 Intel 说要打垮台积电的时候，那时候张忠谋他只冷冷的回了一句：“这一句我听不懂。”对，你们帮我解释一下。 茱莉亚说：“君君，我喝多了，庆祝我的康复，我要好好犒赏自己。我们都要开开心心，先撤了。”珍茱莉亚，好，没有关系哈。这个享受人生，好，那你赶快休息哦，哈，谢谢。r a m o r a m o 说：“美国搞这个烂招也不是第一次了。”对，那结果五年前，Intel 就很嚣张哦，说我扬言要打垮台积电。然后张忠谋就说：“Intel 想把脚伸进水池里，但是相信是冰的。” 不好意思啊，小女真的才疏学浅，我紧张听无呢、欸。到底什么意思啊？到底什么？反正跟你要出来踹共踹共。好，这个张忠谋跟 Intel 说：“你们想要把脚伸进水池里，但是相信是冰的。”我在想他的意思是不是觉得就是你不要做那个美梦嘛？你以为这一池子水你脚伸进来会你会很舒服是不是？啊，但是这是我我不晓得哎、欸，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他反正他就讲了这句话。 哦、Frank 啊 f r a n k 啊，反正就是你知道很玄呐、啊、哈、哦，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意思。但是不管怎么样，反正张忠谋就是这样这样讲啦。哈，这样讲有、啊哦、好像很不屑还是怎么样的。好、哦，反正这个时候呢，哎，五年后到了今天，竟然是这种局面，我相信 Intel 他真的会非常的难受。所以 Intel 你就看到他又换了 CEO，他最近又换了 CEO，对不对？谢苗苗说。 是一在说他有香港脚，<laughs> 你你少来。有有时候我觉得你们你们讲话真的很好笑，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是很可爱哦。莫说交出数据不代表有技术啊，这个是一步一步来的，下一个就是要叫你交出技术了，哦。 你愿意交出数据了，下一步就是这样。你想想看哦，从一开始叫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啊，台积电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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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设了，去设了以后，接下来就叫你交机密数据。交完数据以后，就是要交技术，因为美国之前就是这样子对法国的阿尔斯通嘛，啊，也是这样子对东芝嘛，啊，如法炮制嘛，它就是这样嘛，对吧？好，那所以你觉得像像现 Intel 它已经又换了这个 CEO。 动作也是非常大，但是 Intel 它在换 CEO 之后，它的市值还是一直往下掉、欸，诶它到现在还是噗，还是一直这样、欸，诶啊就拼不过啊，就没办法、啊，所以这不是好现象哦、喔。那你觉得如果美国，美国他会不会想要帮他自己的孩子，帮他自己本国的企业，会不会帮他重新重振雄风？会不会希望他能够获胜？一定会嘛？ 好，力争说，Intel 的这个 CPU 的代工厂就设在东南亚，所以疫情，Intel，Intel 也是重伤啊、哦。反正不管怎么样，全世界最厉害的芯片的，你只要想到芯片晶，晶圆啊，就台积电，非台积电莫属。好，反正不管怎么样，它现在就是比台积电市值差了三分之一，然后它想要起死回生，所以美国当然会帮啊，这也是人之常情啊。好，我不是说美国这样是对。 我只是说，这真的是人之常情。因为要是我，我也会帮。只是说，你帮的手段是什么？你你帮的手段是够光明磊落，够够光明正大，然后让大家心服口服，还是大家会在背后对你议论纷纷，觉得你是个烂人，觉得你是个烂咖，觉得你都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好，就就你知道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或是企业，或是国家，你都有一个 reputation，你都会有一个别人怎么看你，他怎么觉得你。 好，那我我认为啦，就是所谓的人格、国格啊。那我认为这个东西，呃，算是重要，算是重要。所以手段、手段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输跟赢，不是那个结果对我来说，不是真的这么重点。我觉得是那个过程。 有时候虽然比赛输了，但是过程当中，哎、欸，你很 enjoy，你很开心，然后你跟你同队的朋友建立好了更好的关系，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 team，他的未来一定还会非常的有发展，这是我自己个人这样觉得。好啦，反正不管啦，好、啊，这个抱怨也没有用嘛，是不是？好、啊，就算就算他就是要用恶劣的手段，那 so what，我们抱怨也没有用啊。那美国他会找一个。 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就是告诉大家，现在全世界都缺芯片，好，所以芯片短缺，所以我们就是要这些数据，好，我们没有那么傻啦，对不对？这个司马昭之心，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没有人这么傻，把你点破了，你也不会承认，就这么简单嘛。好，那所以抱怨，重点是抱怨也没有用，你一直骂他，一直骂他有用吗？没有用嘛。今天美国在做生意，美国是开着航空母舰在前面呢、欸。 美国所有的企业前面都是航空母舰在帮他们开道、欸，那你回头看看我们台积电有什么？请问一下，我们回头看看后面的台积电，我台积电有什么？台湾中华民国到底能为台积电做什么？哎，我也不知道。好，那台湾是一个一块肥肉，为什么呢？因为台湾有钱，台湾国力又不强，然后台湾又这么听话，你说它是不是一块大肥肉呢？谁都想来吃一口的唐僧肉。 哦，就是这样。我们台湾对美国是大家都知道，绝对是不强硬的，对吧？好、哦，那所以有钱国力不强又听话，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哈。所以就像刚刚讲到的，台积电也去美国设厂了，现在又要求数据了。好、哦，然后我跟大家讲，台积电就算据理力争，就算强力反抗都没有用。 就算网络上现在很多人在说台积电软脚虾啊，膝盖怎么这么软啊，等等等等都没有用，还剩快两个礼拜，好，然后看来垂死挣扎、最后一搏、背水一战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那我就在想了。 我们的政府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顶住台积点我们是不是要要拿出那一种对对岸的站到最后一兵一卒，永不屈服，拿着扫把的那种勇气？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好、哦，永不屈服。蔡总统说过，拿着扫把站到最后一兵一卒。苏院长说过，这个尤习坤院长也讲了，二零二八年，好、啊，可能要跟美国建交喽，对不对？你们都这么有勇气，都讲得出这么有瓦斯的话。 那是不是也要把这些勇气拿出来挺台积电呢？是不是这样？哈、哦，你看我们的政府对台湾的水果、哦、鳳啊，凤梨呀、释迦啊、冷布啊，中国大陆一不买，哇！你看看台湾人强硬的态度就出来了，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那在面对到美国的时候，我好像再不合理，我们都可以接受、欸，那不是很奇怪吗？哎、欸，现在人你拿水果跟芯片。 来比较水果，你都气成这样了，那何况是芯片？何况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嘛，对不对？好，所以莫说喊了半天马英九卖台，结果，<laughs> 那最后后来会被技术转让，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在活生生的、活脱脱的都看到曾经历历在目的这些类似的事情。刚刚讲到日本东芝、法国阿尔斯通，那这些数据，台积电一给了美国。 啊，美国就等于掐住了台积电的喉咙。美国不只是加掐住了台积电的喉咙，而且美国就是掌握了全世界半导体跟芯片的 power，它的那个权力就在美国的手上了。那接下来会不会技术转让？那我就不知道啦。可是本来啊，美国本来台积电真的是告诉大家啊。 好，美国也是告诉大家，这个是自愿的哦，哈啊，我们是跟企业讲哦，这个是自愿的哦，我们没有强迫哦，但是你如果不交，我们美国有其他的工具，我们有手段让你交出来。哇、哦，好一个自愿呐、啊，你自愿到我好害怕，对不对？然后美国说，哦，我们有手段，只是不希望走到那一步哦，哈。到底是什么手段让大家这么害怕？为什么？ 简单说啦，美国有一部法令叫做《国防生产法》，就是只要总统下令，只要行使国防生产法，只要总统一下令之后，那任何企业你只要敢违背这一套法律，那你就是跟整个美国为敌，就跟整个美国作对。所以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说的话是真的。好，现在呢，邀请你们这些厂商来美国设厂。 我是给你们面子，叫你们来开会也都是给你们面子。希望你们主动交出数据，也是给你们面子。给你们楼梯下，你们赶不下，软的不吃，那就要来硬的，就是这样。那现在反正大哥肚子饿了，好、啊、大大哥饿了啊，那个吃吃小弟也算 OK 啦，好不好？所以，<laughs> 好吧，那反正台积电已经说了乖乖听话了，那那就那就那就只能这样了、哦。 好，而台积电不是没有本钱的，它不是没有本钱跟美国讨价还价。美国的苹果、美国的军工产业其实都必须要仰仗台积电哦。那不然，我我我觉得啦，哈，因为现在在台湾哦，民进党政府是过半，对不对？民进党政府立法委员是过半嘛？如果真的要挺台积电，其实现在立法院可以立一套法，那一套法就是禁止台湾企业向外国提供机密数据。 你可以立这一套法吗？我们可以赶快把这套法迅速通立法过，迅速通过这套法令，禁止台湾企业向外国提供机密数据。那只要这一套法立刻通过之后，那这样子，美国威胁台积电，台积电就可以说啊，拍谁了哈？这个我们国内我不能违反我们国内的法令，好就可以是美国跟台湾两个人在谈，你就可以把层级拉高，你就可以把企业的这种压力。 可以释放，可以让我们国与国之间啊来做一个沟沟通，但是应该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要提升自己的实力呀、啊，没办法。有些人就是不讲道理，那不讲道理你也拿他没辙，因为他后面有靠山，有后台。他可能是你知道，民意代表也好，好、啊、他可能是委员，他可能有官职，有官衔，那他就是有后台嘛。那他偶尔讲出个道理，那他也是逼不得已的。 所以拿破仑也说了，真理就在大炮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要加油啊！台湾虽然小，也是可以不卑不亢，对吧？重点就还是要有实力，不然像台积电奋斗了这么久，它累积了这么久，今年累月累积的这一些，它的基础、它的积蓄，然后面对强权、面对高压，就瞬间丧失，很可怜呐、啊！背后没有靠山，没有强而有力的政府，我们哪有小老百姓来的尊严，不是吗？ 对不对？好，那我们小老百姓的靠山是谁呢？就是我们每一区选区后面选出来的议员啊、委员啊，就是这些，我们就是靠这些民意代表为民喉舌、为民发声，好，就是这样。 明迪好，每天都期待看到军军直播，不敢白天晚上看到军军就开心。军警加油加油！哈袁振霞说晚上太少人了，还是改中午吧。晚上大家都在追政论节目啊，没关系啊。这个袁振霞因为因为我有发现哦、啊，我有发现，呃，就是在这个回播哈、啊，早上中午。 本来大家习惯看我直播，可是中午的时候大家还是会看我现在的回播。所以五悠悠、五悠悠跟中午的好朋友打个招呼。哈 <laughs> 花海志好，是啊，远富说中午比较有可能对，因为我有跟大家讲啊，这两天我就比较忙啊，忙比较忙家里的事。明悟好，你说你来熬夜看君君，哎、欸，现在现在还不到九点，八点多你在熬夜是不是？好，那那你,你要早点睡，那你要早点睡，哈，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议题要跟大家讲，就是萧敬腾。萧敬腾跟桶神，昨天讲桶神真的很好笑，对不对？啊、哦、然后今天又有桶神了，又有桶神了。因为萧敬腾后来有回复，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先来练歌。我们先来练歌，各位好朋友，你们有没有回去练这首歌？就我每天都被 I N G C H 捡出来，哈哈谢谢 I N G C H 啊哈。哦 大家要练歌，大家要练歌。待机中说还是习惯，是不是？还是习惯看早上哈。早上高景他是这个咖啡厅他，他他还是会自己有自己的直播哈。那我们先试试看，我们先试试看八点或七点半，七点半也可以，七点半也是可以。好，所以我们可以试试看。对你有我，就是你有我。 好，我要把这个歌词叫出来给大家看，所以我们可以先试试看这个一段时间，好不好？桶神真的有效果，哎、欸，我跟大家讲，桶神它真的，对啊，它它是非常的有话题性的，它是现在最有话题性的。好，开始。哎、欸，大家要一起唱哦，一起学哦。 天要黑的时候，我不害怕，因为有你陪着我，一直到远方。一起努力的时光，说好打造的梦想，我要出发，你是我翅膀。 这一路的艰难，我不沮丧。黑夜终究会过去，天终究会亮。用爱编织的手网、啊，暖暖在我的后方。你们守护在每个地方。 直到一转身，有很多朋友保护着我，为我加油，支持着我，陪我度过。当我转身，看见有你们守候，任何困难一起走，因为爱在你我心中，感受。 真心真意的一份跳动，正在我们之间流动，是共同创造的感动。在这时刻，雨过天晴的天空，阳光从云边洒落，我爱你没有保留，你有我。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哦！这次我有进步，我有把那三个字有念出来，两个字有唱出来，两个字。好、哦，谢谢。天要黑的时候，我不害怕，因为有你陪着我，一直到远方。 一起努力的时光，说好打造的梦想，我要出发，你是我翅膀。这一路的艰难，我不沮丧。黑夜终究会过去，天终究会亮。 用爱编织的手啊，张开在我的后方，你们守护在每个地方。朋友，保护着我，为我加油，支持着我，陪我度过。 当我转身看见有你们守候，任何困难一起走，因为爱在你我心中。感受真心真意的一份跳动，正在我们之间流动，是共同创造的感动，在这时刻。 雨过天晴的天空，阳光从这边洒落。我爱你，没有保留，你有我。你乐乐有很多朋友啊！我决定决定卡，咖、哦、哥，我这个地方让我再再练一下。 每次都是我知道，我知道一转身有很多朋友。好，我就这一句还没有还没有办法把它唱起来。好，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意识到了。你们如果唱的比我好，你们如果已经唱得顺了，你跟我讲好不好？开放口音让大家唱好吗？诶、欸，不错诶、欸，其实不错诶、欸。Jack 好，Jack 二十一个月了，哇塞，谢谢你谢谢你。吼，你看看你打的这个娃娃好可爱哦、喔、哈，但是我。 我现在比较不敢讲哦，因为他们说君君盗图，<laughs> 正双好，也谢谢正双，谢谢正双。丑一什么史努比，我丑二了，没关系，看看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把他唱练好，随缘。你们等我，你们等我看什么时候可以，好不好？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哈好, <laughs> 好。那反正呢、啊。 就晚上啊，我们就轻松一点了、啊、哈，就跟大家、啊、这个聊天，然后跟大家一起度过愉快美好的时光。因为胡子有跟我讲，他说：“哎、欸，君君君君，我这个我要十点开哈。”他跟我，他有他有跟我讲，我我不确定他到底是到最后会怎么样哈。其实我不太知道，但是他要洗小孩。我昨天问他刷晚二十分钟，因为他要洗小孩啊，所以。 没关系，等下看胡胡嫂胡嫂会不会给我们一些讯息，看他会不会十二这个有没有可能？好，不晓得。哎、欸，我来看一下。我现在好像哎、欸，我我跟你们说，我我关一下美美肌哦，好，我关一下美肌，你们不要吓到、哦、哈。没有，因为我觉得这脸实在也有点太太瘦了。你看，好，我关起来了，好，关起来了。 有啦，最近最近是真的有瘦一点。好，因为要准备那个议题的关系，准准备讲稿的关系，哈，所以真的有瘦一点。好啦，那接下来就跟大家随便聊喽，哈，我们就随便聊喽，聊比较轻松的。我我们说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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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那个那个叫什么？哎，统神统神统神的，是是是要跟大家聊统神的话题。 来，我把那个先叫出来。我们先把图图档给叫出来。好，我其实我也是很我很欣赏萧敬腾，因为他可以非常的专注在他自己的事情跟他自己的议题上面、哦、所以其实我也是非常的这个呃欣赏他。那因为我们有一个网友有留言哦，他他有讲，他有说。 我不我我没有去查过这个新闻，但这是我们网友讲的。他说之前啊有这个郑杰的杀人事件，然后后来郑杰被判刑，大家后来就好像开始有一点同情郑杰啊。可是萧敬腾在对郑杰这个议题上面啊，他还是觉得这个没有这么妇人之仁呐、啊。啊，反正犯了错了，就算你很惭愧，就算你怎么样，但是你已经造成了伤害，你已经犯了错了啊，那你就应该接受制裁，你就接受处罚。 好，那我觉得他还蛮有勇气的。我跟这位网友的想法一样，很有勇气的原因是因为，哎，他可以就当有一些人已经发出了不一样或是同情症结的声音啊，然后他哎，他可以逆风啊，但但他也不算是什么逆风了，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还是觉得太可恶了。好，那但是他可以这样子站出来，这样子说，然后表达，哎，我觉得是蛮有勇气的。因为现在有一些意见领袖啊，他不管讲什么，他都会有分两派。 赞成不赞成，支持不支持，同意不同意，都一定是这样嘛？那我觉得现在因为社群媒体也好，网络发达，这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上网表达自己的意见。那我就觉得现在在这个时代，不要说跟你意见不一样的，然后你就必诛之啊，就真的不需要这样。那除从这个陈伯为霸免，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只要是跟律律不一样的意见，啊，就是必诛之。 有没有？就网军就去攻击你啦，等等等等。好，那这个起源我们昨天有讲过，就是餐厅的问题嘛。好，那萧敬腾他开了一间高档的日本料理餐厅，然后他卖的便当是四千块钱一份，一份里面有两套。哈，因为我我我老实讲，我也没吃过，所以我不是要去评论他的好跟不好，我并没有要这样这样子想，这样子做啊。那但是你说这个 Toys 有人去开箱了。 他的便当，然后说了他的这个便当就可能很无聊啊，然后又贵呀、啊、之类的。Dream never stop 说太好了，我们有班歌，大家努力练唱。品红是让用万的黑帮，对我们就是你有我啊，这两首歌我们都真的可以把它唱熟，好，真的是可以这样子，我们可以把那个那个新闻画面已经可以放出来了，好，可以放出来，所以大家就大家就有。 看到萧敬腾他的餐厅等于是被评论的啦，哎，那现在有时候啊，你上人家餐厅去给人家评一颗星，有有有被告有被告的哦，有那种恶意评论被告的哦，是有这样子的哦，好，所以评论大家也都要很小心啊。虽然你可以随时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自己也是要很小心。那面对这这样子一些，譬如萧敬腾可能就觉得评论他的这个这个便当的这个事件呢、啊，他很在意啊。 啊，那但是他这个是三个月前的事，三个月前他并没有说什么。啊，那他现在呢就有提到这个事。那现在提到这个事情的原因，是因为评论他的那个人，现在疑似因为大麻的事件，然后被逮捕了，被抓了。所以那他现在就来评论。那他评论的这个内容呢？他评论的内容可能就是他有讲到了，哈、哦，就说这个人呐、啊、是空气，不是他的敌人，是他的空气。 然后这个人没有资格跟他说话，好，不是同个 level，然后所以萧敬腾就网友就觉得，好，他好像很高傲啊，很骄傲啊，落井下石，打落水狗啊，譬如说你三个月前发生事情不讲，现在才讲，好，就反正有很多的评价就对了，但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啊，要批评他的便当，那个是他的言论自由。 反正开了店就可受公平，那但是老肖心中不开心，他觉得我的努力，我的员工的努力被抹煞了，然后有可能是这种恶意的一种宣传跟批评，可能是在蹭热度，什么都好，那所以他也不爽，那他也就出来，他也出来就说，虽然是三个月了，但他我被批评了，那我可不可以有，我也有权利嘴别人，我可不可以也嘴别人？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嘛，对不对？ 好，那这个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自由心证大家就有两派的看法就对了。那反正统神就跳出来说话。好，统神先是骂老萧他骂老萧你为什么三个月之后才批评？你在打落水狗，叭叭叭就骂他。然后骂完之后呢，老萧的餐厅就被富评灌爆，现在只剩下，呃，我看到的时候只剩下一点九个星。他本来是，他他本来星级蛮高的哦。 四点多颗星，满分五分嘛，满颗满分五颗星嘛。现在被洗到，被洗到只剩下一点多颗星。我看到的时候一点九，现在搞不好一点五，可能我不知道。好，但就被洗得很惨，就对了，被洗得很惨。好，那被洗得很惨，统帅又出来说话，他本来骂老肖，然后他现在又，他现在是在骂这些网友。好，然后他不但是，不但他这个是洗版，不但是洗这个。 不不但是洗萧敬腾的餐厅，连旁边一连旁边的餐厅也受害，好、哦、是怎样？现在怎样？就是洗富平的顺便是不是？现在有洗富平顺便这件事吗？我不晓得诶、欸、但是就还还蛮夸张的。可是我觉得台湾人真的是蛮厉害的。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那个选手戴姿颖出国去住了一个旅馆，有没有？啊，后来是不是我们把那旅馆洗成五星的？有没有？ 好，所以我觉得，哎、欸、呀，啊，现在一点四颗星啊，H M，哇塞，哇塞，所以我我觉得有时候，不管今天你是你你我，我觉得啦，洗星星这件事情，我是不赞成的。好，我我真的是不赞成的，因为洗星星这件事情，并不是你真的去吃过，你真的去住过，它不是你真正的评价，它是因为你的个人的一个情绪，所以。 那这样子的话，这种评价就不准啦、啊，他就不，他就没有准确度啦。那到时候我要去吃餐厅，他明明很好吃，然后被洗成一点四颗星，那他真的也很冤呐、啊。那在这种情况，真的我也觉得老肖就出来告那些网友。好，诶、欸，拜托，Google 的洗评价，Google 洗的这些这些评价，这是这是可以追溯的耶。好，虽然很难抓啦，但是总有人是用真账号，所以我赞成抓出来告几个。 因为这种网络的歪风，这种恶劣的行径，我真的认为不要这样子啊。那所以现在呢，桶神他本来是在骂老萧的，然后他现在看到老萧的餐厅啊被洗成这样子，然后这个桶神也觉得太夸张了啦。好，所以桶神也是说一个一个告这些网络的酸民，这些人呐、啊，赶快告，因为这个是一个做人做事处理的态度。好，然后你们你们你们这样子去臭人家，你们这样去评人家，又不是你吃过。 所以像像这个，我们都觉得不不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好，这个兴风作浪，确实啊。那萧敬腾的个人言论关他的店家什么事？不爽不买就是啦。好，那如果你买了，你很不爽，我也觉得没关系。你如果真的觉得很不爽，哪里不好，你就复评，然后你写下为什么，这都可以。高景之前也是啊，也是被洗复评啊，对不对？好、哦，这这种东西真的要告几个，因为就是欠告。 因为不告，大家不会学得乖，就是没办法哦，所以，然后统生也继续在讲哦。他说啊：“你们今天在你们今天洗富平的这些人，很多人，你们是是因为不爽萧敬腾。那你们不爽萧敬腾的原因，是因为你们觉得萧敬腾在打落水狗，就是评论他便当很无聊的那个人，现在出事了，被抓走了，被抓去了。那现在不知道状况怎么样，可能还在收押。好，那所以人家出事了。” 哎、欸，结果你们现在来刷萧敬腾复评，你们不是也是一样吗？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是这样觉得他，那你们现在做的事，那不是也是这样？好，所以就告告告告告，好，就这样子，好，所以就大家就说，哎、欸，统神讲这个又上新闻啦，好、哦，又上新闻啦，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封面。那这这个就是就是这个男生，明白我上面这个男生，好，他就是。 To ys, toys, toys，他就是疑似啊哈贩卖大妈被抓去的啊，就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理性一点，大家还是理性一点。好，我觉得可以回复到我们的主画面了。那再讲到理性一点呢？哎，我问大家一件事哦，您想想看哦讲到理性一点哦，这个有关于学历的问题哦，我要问一下、哦、各位好朋友，彭批是不是说蔡英文是假学历？ 好，彭批一直是这样讲的嘛？那彭批是不是展现了我？我觉得他展现了很棒的一个态度啊！你觉得蔡英文是假学历，你去追他，你去抓他，你去告他，这才有用嘛？不然你一直说人家假学历、假学历、假学历啊，每天开直播说人家假学,假学历、假学历、假学历，好，然后你又没有动作，你又不去追查，你又不去告他，你什么动作都没有，然后你只是话修久了，人家不免觉得你是怎么样？ 你是蹭热度、蹭蹭流量、蹭热度嘛，对不对？所以你既然觉得他是假的，你既然觉得他有犯罪，你一定要告他啊！你如果不告他的话，那你每天开直播嘴，那你就是在蹭流量，你就是在蹭热度，你就是在蹭话题，对不对？好，所以我绝对支持，觉得是假学历的就要去告。 有任何人觉得谁的学历是假的，找出证据就要去告。你怎么可以让这种人还去教书？你怎么可以让这种人还去教课？他假学历你刚吞了瑞 k 是不是？哈、哦，所以这时候你没有证据的时候，还大拉拉的说：“哼，我等你告我。”哎，我在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世界？这到底是什么逻辑？好，那这个呢，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哦那我今天呢、啊，哎，我还是要。 我要放一点东西给大家看哦、啊。我跟大家讲，帮人哦、啊，真的不要随便帮。好，为什么呢？因为哈、啊，有一些人哦、啊，他其实从头到尾，他就是为了抖内，为了流量，为了热度。好，以前呢，我都没有放给你们看过嘛，对不对？以前我没有放给你们看过，因为最近哈、啊，是因为律师跟我要资料啊，我回去找。 哦，因为你今天要黑一个人，你总是要有理由嘛，总是要有原因嘛。啊，每次律师问我说他为什么要这样，或警察问我他为什么要这样，我总是说不出来，我都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也只能讲羡慕、妒忌、恨。但是我们还是要有证据，对不对？哈、哦，所以来啊，我跟大家讲，真的，姐夫啊，我们线上好朋友姐夫说的没有错，不要随便帮人。 你看，像台湾有钱，然后又很听话，然后又没有什么国力，哈、哦，这种人家最爱吃，人就是这样。来，我先把它储存一下、哦，放心，每天每天盯着，每一天，从、哦、这边哦，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啊。 来，我等一下哈、哦，我等一下 send 一些图。当初找的时候，哇，积极呀。然后后后来后来好像有人讲，后来好像好像某人说都是高君君找我的，是我要蹭他流量。好，来来来，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好。 一张，对啊，这个其实是因为哈，因为这个律师在找资料啊，我我才我才真的去看，不然很很多都是这样。 当初讲我采上一朵花，生生为我来饲马。啊，如今变成伤马教我饲，啊，竟然叫我回去我家。烧酒一杯又一杯，忍不住目屎流落地。三年到底會不算多。 叫我怎能不难过？放塞我，放塞我，放塞我，只你，你敢跳未后悔？好，<laughs> 我看一下，诶，七点五十五，我看一下的时间啊。好，好，这就，诶，不好意思啊，我再重新传一次，因为它有顺序的。 啊、哦，它是有顺序的。有时候看到不胜唏嘘啊，清清冷冷，清清不胜唏嘘。但是，但是这个哈、哦，我我说真的啦，啊，不是要我们我们不要站在一种评论他人的，我我不要去评论他啦，哈。但是我是很客观的。 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然后我真心哦，也真的是希望，真的真的，杰夫说过，大家帮人的时候，真的要三思，真的要三思，很恐怖的。所有的经验告诉我，真的是太恐怖了。也希望从君君的经验当中，大家可以多长点智慧，好不好？好，来来来，有人小鸽子说今天这首歌唱得很好，真的、啊。<laughs> 好哈、啊，来啊！当时啊，你看哦，这个是二月十号的时候，君君，我这两天或今天晚上有时间，我们可以连播吗？哈，这个，这个尤嘞嘞，好 <You lady? S 1>、哦，他问我的，他说我们可不可以连播？吃播、聊播都好，我去找你。你是有智慧的人，我跟你站在包容心的这一线。虽然我不知道发生啥事儿，但只有你关心我。 好，所以其实从头到尾是他先邀约我的，是他先邀约我的。好，我我没有不太会去找人家邀约去跟人家直播啦。好，请问一下，我找你直播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我蹭你哦，你很厉害，你很了不起，我蹭你，好像也好像对不对？这个逻辑上面不太通嘛好，我不是要批评你，只是说这逻辑上面是不通的。 好，那这个当初的时候就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好，那但是因为晚上我比较没有空，所以我就跟他说，那就中午一起啦。那就问他中午。好，那其实我是蛮有诚意的，因为那时候很心疼他，有够心疼。一个女孩子到高雄去实行苦行僧的这个精神，一直收联署，挨家挨户收联署。老实讲，真的很心疼。我就准备了一些基金啊，哈，一个补品啊，一些小礼物。 好，我在高雄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在哪里，我要去拿给你，但是没有约成，啊，就讲好说那回来台北我拿给他，然后我还问了他家的地址，还问了他家的地址。哎，那个电脑的小编，你帮我看一下哈，如果第二张图有他家地址跟电话，麻烦遮掉，你帮我看一下。对，因为因为他有给我他的地址，我要寄过去。好，是不是有他的地址？如果没有的话。 不，But, 松江路那没关系，那那个是润咖啡地址，我 check 看看，应该没有哈。好，我对，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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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没有就好，仿佛平行时空，时空对不对？对，忘恩负义的人其实不针对特别人，但是忘恩负义的人，我们真的都要很小心他。那尤君君的例子，好、哦，我我老实讲，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跳的这么猛这么高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希望。 詹詹帮你准备好律师，好吗？哈 <laughs> 哈好，来，所以我就很客气的哈，我就很客气的跟他讲那一点啊。那我还问他说你方不方便啊？去桃园我也可以去找他，或他来台北也可以。好，因为我我那我真的很希望第一个把补品拿给他，好，然后第二个我真的很希望很优质的频道、善良的好人都能够有好报。 所以我很希望他做得起来。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这样，他马上就答应啦，可以哦，哈，他他让他女儿哈、啊，反正他就有他的安排啦，好，然后你看，然后一样是二月十号，好，后天是初一嘛，好，然后他就就讲好初一要过来，然后说我我看不太懂这一句是什么啦。啊，但所以我也没有没有回答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讲了地址，就说好。 啊，什么时候时候见？他说没问题，只有君君能约小妹，你是我的贵人。到底谁约谁啊？啊、哦，到底是到底是对啊？到底谁约谁？君，我这两天或我今天晚上都有时间，我们可以连播吗？好、哦，到底到底谁约谁？小家好，君君快报警，什么时候播了？还没啊，还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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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还没哈、啊。 对，所以你看到底是谁约谁，后面就把我讲成是我约他，那其实我没有太在意。好，我觉得就就我我没有去反驳他或是干嘛，因为我没有在在意这些小地方了，好，没有在在意这个小事，所以反正后面一样、哦，这一样也是二月十号的，也是二月十号的嘛。好，那一样就讲好啦。他说没问题，只有君军能约小妹，我觉得好奇怪，明明是你约我，但你却要就每件事情都是反过来讲。 好，所以我觉得做人还是不要这样嘛，做人要有最基本的底线跟厚道，好，然后不可以违法哦。然后你看哦，接下来，诶，这是二十号，好好，反正不管，他说他这个可以用了，真的感谢，我还跟他说晚安啊，然后他说晚安，然后我跟他说谢谢他，他就这样。 哎，这个是二月十号哦，哦、呃啊，这还是二月十号。刚刚那张，刚刚那张跳过，那张是很后面，那张是二十，那一张是二十二，很后面。所以二月十号他还继续讲哦，他说他是无所谓的人呐、啊，直播见过认识的只有几个人。好，反正但他他不参与啊，因为他们从来不把我当一回事，所以我只支持看得到、摸得到、体会得到。因为说真的，可能真的比较少人去在乎他、关心他、注意他。 可能真的是这样，但我也知道他很努力的想让自己被看见。那我觉得这个不是坏事。你今天很努力，然后能够被大家看见，我其实会是祝福的。哈、哦，我是基于祝福的啦。来，因为我这边还有一些这个照片，等一下我也要放。然后我请那个远方的电脑，可能要帮我把他的眼睛。 遮住，好不好？好，把眼睛遮住。眼睛马赛克，眼睛那个范围码大一点。好，那各位，你有没有很好奇一件事？在罢免王浩宇的时候，你们有看过他在总部吗？所以他说的，其实我认为是，就是，就他说他们从来不把我当一回事。 我不是在讲霸王，我并不是在讲他们，我只是在回想，好，很多的很多时候，我真的比较少看到他出现在团队，他比较是单打独斗型的。那想出头是好事，不是坏事，只是方法要用对。反正到后来被判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这世间一定还是有公理存在的。嗯，那我就跟他说，好，那就润咖啡吧。结果二月十一号。 晚上打给我啊？问我在不在？要干嘛？要干嘛？来，他叫他扣 a 给我，希望我可以在他的直播上讲讲话，啊，希望我扣 a 给他，就很突然的，啊，然后说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在直播嘛，要扣 a 他就问我那等等可不可以打三分钟？ 我应该还在忙啦，我应该还在忙，所以我没有印象，我有接到他电话，我我是不是在忙？我我真的有点忘记，我忘了。后来呢，二十号的时候，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一张图，后来就直接跳到二十号，应该是我跟他直播完了，直播完了以后，反正他可以用滤镜了，啊，他也很开，他也很开心，好，感谢，看到喽。 然后呢？接下来二十一号，他说叫我有机会提息他，他真的很希望上三万，有机会记得提息他。我跟他讲说你会的，啊。然后他说看破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啊，说他被退定超过两百人，可能有空再再叫我一直帮他叫我帮他。各位可以看到，他其实真的很积极的，一直在寻求我的帮忙，不但要找我直播。 扣二给我，然后直播完了以后，又希望我能够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好，那当然我有提，我有在直播上提到，可能我不够努力，可能我推的不够大力，好，所以可能要可能要面对法官，他可能要自己告诉法官哦，这个为什么他要黑我？可能他要跟法官讲清楚。 因为总每个人做任何事都有目的跟动机嘛，对不对？那不过我跟大家讲哦，我我刚刚放的那个照片可差不多可以了、哦，因为其实他很努力、很认真，在挺寒的时候就已经创造过很多的话题了啊，譬如说剃光头，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好、啊，然后或者是这个穿国旗泳装，对不对？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 所以他真的很积极，非常努力的想要做，想要让大家看到，真的是这样。那当他一直做好事，一直做好事，然后大家就是看不到他的时候，大家就是无法看到他。那后来有些人可能就走极端了，有些人可能就走激烈了，就走激进了。那因为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你看我们都说我们要看到血流成河，有没有？ 好啊，这个社会本来就是要有够吸睛的这一些话题跟议题，对，就是这个照片，没错，对对对对对，好，就就是要很吸睛嘛，所以很多人他会做一些啊，这个是那个时候，他真的上了很多新闻呐、啊，他真的上了很多版面，有没有？那个时候有没有？对呀、啊，那个时候我印象也蛮深刻，只是我没有联想到是他，然后后来他也穿了泳装，哈，也这个做了这个。 开箱，啊，也有上到也有上到媒体啊，就是整个人是非常努力的。但是我都觉得这些都不是坏事，我觉得很努力，然后一直想着要怎么成功。好，这些都是一个成功的人会具备基本的特色跟特质，这个是会的，这个是会的。啊，那只是说后来啊走偏了，然后也很多人愿意去相信他这种这种话的时候，我现在随便讲一个。 从头到尾，现在学历是不是又不讲了？因为自己不懂，自己可能很无知，然后不知道人家以前学校有教育心理系，然后人家的学校后来没有了，他不知道很无知，所以他就弹跳起来啊，一直说人家是假学历，会变成这种状况。那其实我们就真的就是觉得做人做事不要这样啊，静静看着你装逼啊，那不然你怎么办呢？对不对？ 所以我，我我觉得再再讲回来萧敬腾这个话题啊、哦。我觉得萧敬腾他要捍卫自己，要讲什么话，我都觉得他有他的权利。那一样，观众接不接受，观众支不支持，那一样会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那有时候也不是对错的问题啊，我就觉得你东西难吃啊，我还不能讲，那你讲我就不爽啊、哦，这个都 OK。 可是，如果说把人家的家庭啊，把人家的亲朋好友啊，哎呦，不是我做的，是亲朋好友，然后开始抹黑、造谣、乱讲，啊，这我就觉得实在是触法了，就不好了。所以，我们最近其实比了很多的圈子哦，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我们其实比了，呃，这个游戏界、游戏实况转播界有没有？顶多人家就是看到。 自爆了，然后哇笑得很爽，有没有？顶多就是这样嘛。那在比较的喜剧界啊就，就吵架就吵架就吵一吵，有没有？你有看到你你从来没有看到这么恶劣的，就从来没有看到过。<laughs> 所以，那当人家讲他的时候，他很生气哦，他是很生气哦，哈。那我现在在这边呢、啊，拜托大家一件事，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不雅照。 有流露出来，我可不可以拜托一下，请给我原版的好不好？原版的整支影片，好，因为你放心啦，我不是要放他的照片啦，我没有要放他照片，我也不会去把他影片放出来，不会。但是因为那个是我要提告的，好，所以如果有的话，原版的漏点的照片，妨碍风化那那种哇，好，所以那个东西拜托一下，拜托一下。 好，传给我，才可以传到我的私人的小编，啊，因为，哎、欸，我我们那个讲话的 NG 社群有，是不是？可是他那个只有一小段，我有看到，只有一小段，只有一小段，对，只有说，哎呀，我漏电了这样，其实就只有那样子几秒钟而已。可是我要的是他整支直播，然后拜托时间给我一下，好不好？就是他那个是几年几月的，几年几月的，好，所以。 那个那个是因为我要去告他，我要去告他，对我真的是不可置信他的行为，所以我我们如果没有很有逻辑的去把他以前做的事情拉出来，他是多么的希望被看到。好，那最近呢，我们有一个这个左边的好朋友发了一个文章，好，我也请电脑小编，啊，算这个我还是不要讲好了，这个我还是不要讲好了啊，所以。<laughs> 这我可能留，这我算算算，这我大概明天明天再讲好了哈，明天再讲。对，我不会把他的什么照片、影片放出放出来了哈，我不会去放他这个东西啊。但是因为这个是我要去告他的东西，嗯啊，志远你知道啊，你们都知道啊，Dominic 王、啊，这个我一定要提高，因为我说真的、哦，这件事情已经不是我自己的我自己的事情了。 因为像我我最近也是有看到一些这个我们的表哥、表弟、表妹啊，一些亲朋好友啊，哈，他们每个人其实都爱问我这件事啊。那对他们造成的一些影响跟困扰，其实我也很心疼，我也很心疼他们。是啊，所以这个对我的家族，你如果恨我，你冲着我来嘛；你讨厌我，你冲着我来，你又不是，因为我就没有什么好讲嘛。 我就没有什么，我已经被你们检视成这样了，对不对？我就没有什么好被你们讲的、啊。那你们反正你们你们你们说真的也讲完了嘛，抹黑、抹红、抹黄、杀妈妈的，然后假学历的，你们已经全部都讲完了。那不管我怎么解释，你们相信的就相信，啊，不相信的还是不相信，不是这样吗？那直到我真的，你们学历。 好，我我也不要说什么被认证，因为我连拿出毕业证书你都不相信，我连拿出毕业证书你都还说我毕业证书是假的。好，那今天反正我们也已经去跟台北市合作了，也去上课了，怎么、啊、不讲啦？不讲啦？连个道歉也没有？嗯、uh、哼，huh、<laughs> 是不是这样？好，那反正我我们就是平常心啦。 就是平常心在看待啊，就是面对这些攻击抹黑啊，就是就真的平常心，就是这样啊。因为信者恒信啊不，不信者你跟他讲破嘴了也没有用嘛。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说都能够理性一点好，那因为如果大家有去这个上过法庭啊、开过庭啊，一一好，谢谢一一，谢谢。好，这个有有人有人。有人 <laughs> <coughs> 老回要说有道歉我也不能收啊！是啊，哎，我跟各位讲啊，最近啊，我也其实有告一个网友，我只是没有跟你们说。好，我告了他以后呢，他本来真的是非常嚣张，非常非常嚣张，一天到晚也会，大家不要打名字啊，不要打名字啊，这个一天到晚说谁怕你呀、啊？告啊！一天到晚就要告人，告啊！怎么还没告好？非常的嚣张。 但是真正上法庭之后，没有任何人保他，没有任何人理他。他当时跳的如此之高，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是真的没有意义的。好，那我反正有有问要不要和解，不不可能，不会和解的，一定要有一个结果，对吧？因为如果说只有一次，我讲过了，如果说只有一次的回谤，其实还好。 但是如果你有很多次，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时候，冥顽不灵，这个时候，哦，那就以量制价了，对不对？好、哦，所以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因为有一个议员哦、啊，他打官司就比较常输嘛，对不对？然后甚至是底下的底下的网友，好、哦，也也被告，也罚钱，也判刑。好、哦，那虽然他大喊着不公平，哈、哦，可是我跟大家讲。 有时候是要看你的犯行，你是累犯还是你是初犯啊？这个都不一样嘛。所以如果你是累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子的时候，你一定是被判重刑啊，或会是这样子。那所以有时候，对啊，不能姑息，是的。哦，对，不会啦，苏珍姐姐好，苏珍姐姐好，对啊，我们就都已经，我我是。 看对直播节目是真的很重要。那我也不希望在这边带起大家的仇恨，所以你看，我平常讲话，我就算讲到这些事情，我尽量都是好轻描淡写的。我比较稳，比较没有没有说什么啊，好可恶啊，怎么去死啊，怎么怎么怎么哈，怎么,怎么太可恶了，了怎么我比较情绪是要稳稳的跟你们说哈，你们才不会比较情绪化哈，才不会那种。 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讲的原因，是因为我也是得为自己自清嘛，我也是有这个权利这么做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实的问题，就是做人不要这么的糟糕，这么的恶劣啊！不是不报，一定会回到你身上。那因这个案子呢，我会非常非常努力，尽心尽力。 我一定要，呃，这个刑事完了才是民事，好，好像有人说什么我不告民事是不是？不是啊，当然开玩笑，那个要赔偿的东西耶，诶好因为刑事告完以后就是民事，接下来的走民事要赔偿要干嘛要干嘛，好，反正我是请律师去规划，所以一个也不要跑，一个也跑不掉，包括呆呆呆呆,呆呆，好。<laughs> <laughs> 好不好？啊、哦，不会啦，K K，嘿，我只是不会啊，这一定要，这这凶悍妈啦，这太夸张了，不能让他们再出去害人呐、啊，不能让这些人再出去害人。以前被咬到的多惨啊！N H，好，好、哦，我看一下，好，谢谢 N H 的抖内。 因为我没有看他们的直播、欸，诶，因为我跟你讲，N H 哦，哎呦，对我批评的人太多了，太多了。N H，我请教你一件事，他们所有的批评有没有证据？如果没有，我是不是也可以说？我告诉你哦，N H，那个谁谁谁谁谁哦、啊，他之前办活动的时候在耍大牌，他之前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他每次打电话给我都要讲八卦，都要讲人家是非，所以我不接他电话。请问一下，我没有说是谁啊？可是我可不可以这样去在直播上说？可以吗？啊，你要不要信？我没有说这种话哦。我今天我只要说的东西，我基本上都会拿出证据。譬如说之前办活动发生了什么问题，谁说不办的？但是谁站在镜头前面说？ 怎么他们突然不办？我都已经跟准备好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好、哦，那像主桌不主桌的问题，那、啊、其实也有很多人已经跳出来说了，没有，君君没有抢着要做主桌，没有，很多在场的人都已经出来讲话了，啊，包括这个跟主办单位比较有接洽、比较有联系的。 所以 N H 我可以建议你哦，你可以去看宝宝反的哪一集，嗯，反正反正之前了，算了，反正你就有兴趣的话 b a s s 好，君英造型年轻可爱哦，虽然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What happened of her who，哈哈谢谢 b a s s 不知道不要知道好、哦、哈、哦，诶，我们不要在上面打任何人的名字，好不好？ 好，所以 N H 我回答你的问题，然后我觉得你要不要加入我的 call in？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加入我的 call in，我可以直接面对你，但你不要讲名字，你只要说君君，有人说你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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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回答你，好不好？你不要讲名字，因为我不想要就是提到任何人的名字，好，所以我把你那个讯息删除一下，我还是谢谢你的抖内，但因为我们。 尽量不要提人名，你可以加一下吗？你可以加一下吗？我们可以聊聊。我没有怕直球对决的，而且我喜欢你们问问题，你们问的问题是给我机会平反，好不好？好，娃娃好，要让所有坏人得到教训，这不光是军军公道，是社会风气的导正。其实这本来就是社会风气的导正。 这就是因为看到太多，这不是只是我们这一圈才会发生的。我们最近为什么我特别会挑很多网络上的一些现象，我也不要说都是乱象。为什么我会挑这些现象出来告诉大家，出来跟大家做一个比较？只是我们这一群有一些特别恶劣的事情。嘿，好，所以为什么我会告诉大家啊？拿出来跟大家提，就是要这样子跟大家说。 所以 N H，你帮我加好不好？对你不要提名字，你不要提名字。你有什么疑问你就问我。好，那你只要不提名字就好啊，因为提名字就对呀、啊。我没有对呀、啊，我不想讲。譬如说你问我的私事，你可能要问到我孩子啊的事情啊什么，我可我也会很直接，你就问，但我一定会好好的跟你很礼貌的说，哎，不好意思啊，这个是有关我家人的事。譬如说你要问我三舅公的事，诶、呃、我可能就不回答了。 但我会好好跟你说，好，那所以我们设定十分钟，诶，欢迎大家 c a l l i n 啊，可不要讲名字。然后刚刚的 NH 如果有加入的话，你看你要打 line 还是打 wechat 都可以。好，你要加入的话，来来来来来，对，对，也不批评任何 calling 的人，他就是有疑问才会打进来嘛。你什么疑问都可以，好，你要你要聊政治啊，聊八卦啊都可以。 好、哦，所以现在可以开始扣印了。那刚才的 N H，你第一个好不好，你先第一个。八尾八尾好，谢谢八尾一直都在哦。<laughs> 可以问葱油饼，不要问三角 n a 娜，哇，这个是船长好，有有船长好哇<嘿>、哦，船长你要把那个声音关掉。对，请问船长现在在船上吗？哦、你现在是在？<嘿>你现在还在？对对对对对，真的假的？<刚>所以。 刚刚开中港，刚刚开出来。哇，你是开出来还是要要回来开进来？嘿，hey, 听得到吗？听得到，船长，你是要开出去还是开进来？啊，刚刚开出台中港往台北港。哦，你要去要往台北港是不是？哇，欢迎回来，對對對欢迎回来。<laughs> 回台北港没有用啊，不能下地啊。我们上船就等于关水牢一样啊！哈哈哈！哈哇！现在疫情的关系嘛，就上来就是等于关水牢一样。哦，这样子啊？<coughs> 那可是关完以后，<對>是可以可以回回台湾一阵子，还是其实又要直接出去？没有啊，就是到合约期满为止啊。哦。欸 就到明年啦，期待你跟我们带着你的 s u e 一起来跟我们网剧，还有你的那个蛋，还有蛋，对不对？一定一定一定！谢谢谢谢！哎，我是前一阵子看到你带那个小朋友出去嘛，那看到你跟那个孩子的互动，我觉得你的小朋友真的是好幸福啊，很幸运有你这样子的妈妈。哎呦，谢谢谢谢，真的是大家的模范呢。 哎呦，没有没有啦，大家都有一套育儿经，每个妈妈都很棒。啊、对。不过我是觉得台湾真的是需要哈，像那个韩市长所提的那个双语教育啊。哦，不是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子，有能力的家庭才可以让小朋友有双语教育的机会。<是 S 2> 嗯、对对。对、啊。我本身呢、啊，就是不是外文系的，但是我那时候。 是很感谢我妈妈哈，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就让我去补习班哦，补英文了、嗯。呃，所以我可以讲我的英文底子就是在在那个暑假打下来的。嗯，<coughs> 那那在在我上国艺的时候哈，就就第一次上英文课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傻眼了，就是我们老师教的那些蝌蚪文哦，就是全班看得懂的同学大概五根手指头都数不完。 你都懂啊，嗯、对不对？欸、對是不是因为你有补习嘛，所以你都懂啊。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真的是就起跑起跑点就不公平的啦。是，哎，对，那我们那个年代就可以讲很早期的民国，我初中的时候是民国六十六十几年了。哎、嗯欸，对，六十几年的时候。嗯。 对，那个时候很多人，那个时候学英文都是用国语注音拼音的呀。对，对，你你想那个时候可以学得好啊？嗯，然后我讲一个讲一个我的我自己的故事啊。<好>我我我在国一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有分班制啊，就是用成绩来分班，<laughs> 那分会分那个前段班啊，中段班啊，然后还有。<laughs> 这个后段班等于是放牛班了、啊。嗯，那我们国一国一刚进去的时候是用小学毕业的成绩去分班的。嗯，所以对，就是国一的时候我是算是在前段班，可是就是我们有那个进试考试啊。那有一次这个考试没有考好，结果国二就被分到中段班了嗯。嗯 <coughs>，但是以我的成绩啊，是不应该是在中段班的啦，所以。 就是后来会有一种好像鹤立鸡群的感觉。嗯嗯然后印象中最深刻的是那个，就是国二第一次月考啊，就是英文呐、啊，考英文的时候，然后成绩放出来嘛，然后全班都不及格，然后我考了九十七分呢，然后结果，喂喂喂，有听到吗？有听到，有听到。 结结果就被我们老师呃叫到办公室去，然后然后就当场就问我说：“你是怎么作弊的？”哦，oh, <laughs> 你因为成绩好，他认为你作弊。对对对对对，这有点伤人呐、啊。我说我没有作弊啊。<对>然后那老师就当场考我嘛。嗯。哎、嗯，那考完之后他，他哦，他相信说哦，我不是作弊的。Oh. 嗯。哎，这样子，哎、嗯。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是因为进士成绩没有考好，所以分到分到中段班来。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当那个英文小老师。嗯、<laughs> <laughs> 然后我们那个我们目前啊、哦、目前那个政论节目里面呢、哦，我最佩服的一个人是那个赵先生、啊，赵绍康,、oh, 康先生。 对对对对对，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他很厉害。欸、嗯，我觉得啊、哦，他他以后哈、哦，应该绝对不会有老人痴呆的风险。嗯，为什么？你看他脑脑筋很灵光哎、欸，嗯、他应该已经七十了吧？超过七十了吧？嗯，应该是啦、啊。我不晓得他确切的年纪，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已经超过七十了。可是他脑筋还很灵光、欸、嗯，嗯。 你看他在讲，他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啊，讲到一些数字啊，都讲的很精准。比方说什么民那个有一些民调的差距等等啊，他看你看他心算很快就算出来了。嗯，啊，嗯、然后 <coughs> 这个、啊、我是觉得跟他跟他年轻的时候，他说他做过贸易嘛，有关系，数、嗯、学好有关系。嗯，嗯所以他现在脑筋还反应很快。嗯。 很灵活，嗯，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以后哈，大概得老人吃呆的这个风险大概很低了嗯，<laughs> 对我也很欣赏他。那、啊、我小学的时候哈，我有学过一样技能，嗯，所以我到现在啊，我我到现在也是脑筋也是蛮灵光的，我都觉得呃很灵活啦，就是会甚至赢过一些年轻人。嗯、有时候我在船上跟他们打电动的时候，我还可以宰他们呢。 哇，你还可以跟他们打电动哦！<laughs> 对啊，还可以还可以痛踩他们。<laughs> 不是，虎鲸很可爱啊，<laughs> 他在问你的经纬度哎、欸。啊，经纬度啊、哦！他在问你的经纬度、欸，<laughs> 你要去找船长。啊、虎鲸在问你的经纬度哦。好、啊，我现在在二十四度二十二分，然后一百二十度三十点四分。嗯、哇，听不懂。<laughs> 在台中港已经出台中港了。哦、嗯。嗯 <coughs> 我小学啊、哦、学过的那项技能啊、哦，真的我觉得让我终身受用，嗯、就是那个珠算，但是我只学过两年而已。嗯，哎，我只学过两年，所以我可以说心算非常快、啊、嗯，就是说比比一般的人哦快很多，而且呃，就是对数字啊、哦，就是可以掌握的比较精确一点，这样子。好棒哦！这、就是妈妈这个栽培你啊。对我很感谢我妈妈，不过、嗯、那个时候是。 我们学校学那个珠算好像是被挑去的，也不是说也不是说我妈妈让我去上补习班，那是一个学校的老师哦，他义务教的，就是在放学的时候、嗯、他帮我们呃教我们两个小时这样子。嗯、我觉得那老师很好，哦、那没有没有几个人学啊，全校好像只有七个人，嗯、我们只有七个人在在那个珠算班学，嗯，还嗯。 我觉得小朋友如果能够学这技能的话，以后真的是会终身受用。那至少脑筋会非常灵光是。是，嗯，对啊。那我早年跑船哦，到美国去的时候哈，那个超市买东西啊，你如果有去过美国超市买东西，你看他们那个那个嗯呃算账的人哦。嗯 会会会觉得蛮没有耐心的他、嗯他，他他他找你钱的时候就是一块钱一块钱的找，他<是>一块钱一块钱的一张一张这样子哈、哦。對對,对对对，然后算到那个算,算到你买的那个钱的金额。對,对对对对对，他是反过来。我有一次，我有一次赶时间哦，然后就结账的时候，然后他就哦结完账他就当当当的 <coughs> 算出说哦多少钱多少钱，然后我就拿一张大钞给他，我就直接跟他讲说、嗯、你等我。 几呃几元几毛几分，嗯啊、哦，然后他看了我一下，不过他还是用他的方法继续算，然后算完之后，<laughs> 算完之后他就很惊讶的跟我说：“嗯、哇，你怎么那么厉害啊,啊哈哈 <coughs>？”然后那时候尾巴就翘起来了。嗯、这这这个这个，這個、在我在我的眼中就是很平常的加减乘除而已啊。可是一块蛋糕，对。 <laughs> 就是在他们的眼里，好像是变成神乎其技那样子。<laughs> 对，谢谢船长跟我们分享，所以,所以我们这个还是多努力啊，对不对？好，多多多充实自己，<對>然后也了解人性各方面，<laughs> 好不好？对啊，很开心啊，第一次这样，呃，我算是第一次 call in 啊。 对啊，谢谢船长，因为刚好十分钟，不会不会，我们就当聊天嘛。欸、啊，船长也请帮我跟你美丽的太太跟夫人问好好不好、欸？好，谢谢，好、啊，谢谢船长，欸、船长保重哦。好，谢谢，好，拜拜。有有有有有，刚刚忘了按计时器，但是因为上面它其实是有显示时间的好，所以有在有在看有在看。有在看 好哦，那我先谢谢一下，谢谢八尾斗内八尾说是不是以后要改八点？我是有在这样想啊，对呀、啊，所以在,在，在，在，我们可以多试试看，好不好？好然后 NH 说他问的问题问完了，那他就先没有要口音了哈。好，那就谢谢你喽，不勉强，因为我真的不会去看他们的直播啊，因为我的时间，呃，其实你看有时候我我可能回应一个东西，可能都很久很久，因为我真的。 没办法去看他们直播，这么多台在骂我，我怎么看啊？对不对？那因为他们骂我，他们都有他们的理由啦。好，那谁说君君怎么样啊？他他相信了嘛？他就觉得哇，他气痒，他好可恶，他就骂我。好，那可是因为生活也不是他在过。好，那就我我我自己的事情，呃，有一天我还是会告诉你们的。因为当我们出庭的时候，我与其让人家出来讲我的事啊，我不如自己跟你讲。 对不对？好，所以有一天我还是会告诉大家的。那你觉得你能够，你你能够用同理心来感受？好，我举例哦，举例哦。如果你有一个爸爸，他也没有养你到法定年龄，然后他小时候常常对他妈妈不好，然后给家里欠了很多很多钱，等等等等。然后后来他已经去娶了别人了，然后后来他去当游民了。你以为游民找得到哦？你以为你找得到？ 然后这个孩子很努力去找过，然后找不到。你你以为哎，被讲的被讲成把爸爸丢出去当游民，这是两回事哦。这个真的是两件事情哦，对不对？好、啊，婆婆说：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善良是给善良的人，才是善的循环。给坏人善良，会让坏人更嚣张。这就是人性。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以前小时候叫我们捡东西送到警局，但是最新认知看到东西不要捡。啊 <laughs>，是是是是是，就算你没打开，哎，搞不好被人家反告，对不对？是是是，拿到赔偿，君君赶快去享乐，等君君分享。好，然后也谢谢 Hope Jane，好，也谢谢 Hope Jane。<喂>大钟哥，喂。 大钟哥好，<laughs> 啊、俊俊哦，好久没有跟你聊天了，<laughs> 真的。<laughs> 你看我这个时间是不是对你太好了？哇太好了啊！不然我中午就一点，<對>我现在中午是一点就要上班了。你一点就要上班了哈？因为因为十月份的话是冬天呐、啊，啊、本来是一点半的啦，后来因为七,、嗯、七八月是因为太热，所以可以到两点上班这样子。嗯啊。啊啊 那一天你打电话录音给我，刚刚不好意思，那时候刚好在工作，我刚刚跑到旁边。哎呦，谢谢谢谢。<laughs> 没有没有没有，我我是想说哈，娟娟的说，哦，真真的我感我、哦、这对对你真的很不舍啦，因为太累了哈。啊,嗯、啊，其实有些事情我只是说在里头有耐给你这样，就是就是有耐给你，因为我不会打不敢打电话那个打电话给你，因为你太忙了，太累了。我我<些>我应该很、嗯、我很少接电话。 對,对对，我真的很少接电话。对，我电话全部是静音。对对我因为我也不会啦，打给像小黄、像那个大黄啊，还有那个胡子啦、哈、嗯，那家新人哥这些，我是耐嘛，我不可能去打电话给他们去烦他啦。哦就是、我就说有事情，嗯、我大概就是耐耐给他们，他如果他有空再再回了啊，没有空没有关系的。哦 对啦，阿、啊、志说哈，晚上有晚上对我来讲是比较好了，但是有些人可能他喜欢看中午的，<laughs> 啊中午的就回播看回播、啊。对啦，啊中午真的我中午一个小时我都要吃便当，嗯、一边看然后一下子几点，嗯、然后對感<到>好感啊。所以所以说有这个这个对啦，阿、啊、志说哈，呃我们哎、欸、其实哦其实其实君君你要知道我们这边哈我们这边的人大概两三千人哦都蛮好的啦，我觉得感觉到。 你也知道，看到都我们不不管是在胡子台了哈，啊在在哪一台哈，啊在军军台这边，我觉得大家都蛮和尚的，然后、嗯啊、也不会，对对,對啊，我我只是想说吼我我我只是说想讲讲一点，不想讲谁啦。如果你刚刚讲那位是住在我们中立这边呐，也、嗯、住在我其实离我这边也没有太远呐，啊他那个我只能讲说没有关系啊，明年议员他要选议员没有关系住他，但是是我、啊、那那但是我是觉得。 让他让大家知道一下他的那个，因为我也是他的，我也是选民啊，不是。我军军我讲一句话啦，嗯、有些事情不是说你只有讲他好的地方，你你不好的也要检验呐。嗯，因为我们有这，我们是中，他是我们这個，我们是中立选民，就是说他也是我们要要投票的之一嘛，要不要投票给他？<是>他要确实要把这个事情给宣传，给大家知道他好的一面，讲给别人听没关系啊。他不好的一面，他攻击军君这样子的这个事情不行啊，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大家被骗的话，我觉得，我觉得这样子不好啦，会被大家会被蒙在鼓里哦。到时候选上之后跟桃园那个一样，那个一样的话，大家又又四年这样子有没有？又被欺负人家怎么样有没有？这样我觉得，嗯、不过打电话我讲的意思是，我是讲不是讲他个案业了，我讲这个通案呐，就跟你看桃园那一位这样子，你看这样这样欺负百姓霸凌霸的霸凌百姓哈，霸凌那个 就八零军军啊，高井这样子，哦，我觉得很多人呐、啊，他谁都马在讲，对，对对、啊、呀，我觉得一定要让，所以说明年选举哦，至少我是东立选区的，我只讲我自己啊，我不讲，我也没讲那是谁哦，哎、欸，<對>君君我没有讲他是谁、哦、我,我,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所有政治人物都一样，对我。對我 一我就尽一点小力哈。我上次讲嘛，我可能我讲哪一点也是，就是有点会扯后腿啊，不是扯后腿，就是说会。他们讲 <laughs> <為>说这叫揭露事实。啊,實啊对啊，还有还有啦，我可是我我自己力量没那么大，可能五六十个人我有办法讲给那边的选区，就靠近靠近他住的那边的人有没有？我我认识那边的人大概五六十个了，因为我工作的那个也没有离那边太远的地方，公司有没有？哦、<laughs> 那个地方我会跟。 我们老我们老板是声律的哦，嗯啊，我也稍微跟他透露一下哦，啊、嗯<那>嗯，嗯嗯，哎，我们老板其实我其实讲哦，我们老板对上次王浩宇的那个，他他不会去支持他呢，他声律哦，嗯、他不支持王浩宇哦，但是他也没有去投票了，嗯，他也没去没有去投，他就是不喜欢啦。他有讲说、嗯、他真的声律就是要独立建国，就是他真的是一个独立建国的那、嗯、<laughs> 个，对对对,對,對台獨，台独台独的啦，但 <laughs> 但是他不喜欢陈柏维啦什么东些，他也很讨厌。 我看他,、啊、他，他他也很讨厌这些的。啊、你要知道，台独人，他不什么台独什么金孙什么曾孙没有啦。那个他看到他的样子，他不是要他他最喜欢的是赖清德。<laughs> <laughs> 他赖清<基>德形象形象真的跟他们不一样。不一样。对他喜欢我们老板第一个支持是赖清德，他真的要讲过，他之前很可惜，为什么为什么不是不是赖清德来选？为什么是蔡英文选？当然他也支持蔡英文啊，就是说他。 他第一个就要支持赖清德，就对、嗯、他说他，他如果他赖清德出来选的话，我全力支持他他他自己他就要讲这样，<laughs> <laughs> 我就知道他非常神秘非非常喜欢他。哎 <laughs>，没有啊，他我老板也不是，其实台独有的人也不是没有是非的。嗯，你看他、啊、不喜欢陈柏伟啊，也不喜欢王浩宇啊。 他们说打着，譬如说打着什么抗中保台的，呵呵他他根本都，他根本都、嗯、根本,根本看到他连讲他都不想讲，你知道？嗯、哦。看到他都很，我只是说跟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当然，台独有些人比较说没有是非讲，但还是有几个是有是非的啦。就说他的理念就是想说，我都喜欢阿勇啊，不要中国就讨厌中国，就是要独立建国自己做主，他们的观念是这样 啊，我啊，我只能尊重他，呵呵他是、嗯、我是替他是我的衣食父母，<laughs> <laughs> 我，对呀、啊，没有啦，他就跟他闲聊一下而已了哈、喔，啊就、嗯就，就好、喔、了，那我就就那个就是这样做了，因为就现在是十月份了嘛，他是有看板有出，我看他看板好像是什么布条是看板有出来好像有，男,男的还女的。 女的好像有啊，女的要选一人，真的假的？你再去确认一下。我我再确认这到底是不是我我再去看一下。我我对，再帮我们确认一下。等大钟哥，等大钟哥哈。不是不是，这个如果没有就没有，就不能说有，因为我是有看，可能是看错还是怎样了。如果真的没有没有，我就说我我就在里头赖在里头，我想说没有了哦。好好，这个这个这个确认一下，因为我不能乱讲，因为这个东西哦，但是但是他在。 当时他在他的直播有讲说，他的他说他要选明年的议员，他又讲要选中中我们这边的嘛的议员，他有这样子讲啊。对，哎啊，我再再看一下，那如果没有就算了，有的话我会尽我自己一个选民的力量，我会来那个，直接不要揭露事实，我扯就扯一下后腿一下，好不好？哎呦，他他，哎，我讲真的，就是那个裸照，他应该也很很。 不知道啊，难呐、啊，<是>对啊。但是但是没有人，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啊，因为很多人没有看这个词，播，不知道啊。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还是还是说他被霸凌，反而他说他女儿被霸凌的，他反而知道呢啊，反而这个这个事情吧，<laughs> <laughs> 反而很多人不知道。会越来越多人知道。好好好，我们宣传一下啦。没有 <laughs> 啦，他不选，哎<好>、欸，他他不选的话，我们不要揭露人家隐私哦，我不会去揭露。如果他确定要选，好、哦，那、嗯、开始我的。 五五，我做五十行动，五十格。我我我做我这五十格就好，这这当俄已，传出五十格就好。嗯、<laughs> 我这个没办法了，就是之前王浩宇那个我是拉五十格，结果还是成功了。嗯、这次我还是五十人计划。<laughs> 啊，好了，来好那君君不好意思跟大家开开玩笑哈。好，谢谢大忠哥。还是会做，还是会做哈，<好>谢谢啊，晚安哈，晚安哈，晚上晚大忠哥晚安，拜拜。<laughs> 哇，真的，大众哥好可爱、哦，还要帮大家去找到底有没有啊？Dennis Wang，谢谢你，Dennis Wang，你红红的都内都起来，查了金库，查了金库，试官好，卫士出手了，卫士好，对面不谈君君就没有人要看了。范 <music> 天哥，等我一下哦。最悲哀的是，当直播主聊时事、聊天室居然都还在聊君君。 终于赶到三安慰了啊、哦！为饱丧尸，谢谢卫死，谢谢范天哥好，请说。我还不知道要讲什么，但是有人叫我扣上来，有人叫你扣上来，<laughs> 但是不知道要讲什么。没有范天哥，因为反正我想说你的声音大家都知道，你也躲不了，所以我都直我就直接叫你名字了，啊、为因为你的声音很好认啊，很有磁性，很好听，对不对？好、哦，也常常扣应、啊、大家对你 大家对你的声音是绝对跟大钟哥一样，对你们的声音是熟悉的。有很好认吗？还不错，还不错。那我跟你讲，<laughs> 那我跟你讲，君我跟你讲，那你一定要去，你下次见到胡子啊、哦，你一定要记得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好。什么？当你见到他，哎，当你见到他的时候，你就记得，你不就把左手跟右手举高，好，然后同时的往他的脖子掐两下。 为什么？然后把一定要把他的脖子掐得跟筷子差不多一样细，要不要拿起来然后再甩？<laughs> 不是因为那一天我们在那个土城聚会，哈、嗯，然后那一天胡子扣 o 胡子那天直播也有讲这件有趣的事情啊，嗯，那一天就是我去那边聚会，然后我们有碰面嘛，然后我就走到胡子旁边，我跟他说，胡子你知道我是谁？然后他一开始认不出来我是谁。 然后他还跟我讲说，哎，我是不是那个什么 PK 哥啊什么？<laughs> 那我就跟他说，PK 哥，因为他开始问我说有没有扣音过，我说我还跟用英文跟他讲说 all the time，你知道意思吗？啊、哦，知道。我还跟他讲的 all time，h e t 然后他跟我讲说 PK 哥，然后我就转头过去，我就跟他，我就跟高警说，高警在我旁边嘛，我就跟高景说，哎、哦，警、欸、我要回去了，嗯、哦，然后然后高警那时候我说，啊，凡哥不是刚来吗？我说。 因为胡子认不出我是谁，我现在心碎掉满地了，我要离开这伤心地。<laughs> <laughs> 他把我认错了啦。有时候电话跟本人斗不起来啊，哈 <laughs>、哦，他是这样、啊。哎，不过确实，不过不能怪胡子，因为那那个时候确实有一个 c a l l i n 的人声音，他跟我确实有雷同，嗯，有一点雷同是没错，真的是这样。嗯，那旁边后来到时候，当时有一个人这样说，你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给他暗示说。 他是阿弥陀佛大师，他讲这样而已。然后胡子就说：“ <laughs> 哎呀，范天哥啊，我他这话念出来，oh. 我刚刚来不及，来不及了，现在掉满地了。” <laughs> 没有、啊，这是这是一个小开玩笑。<笑>其实我刚刚他叫我 c 来，我本来是想要跟你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的，就是 Thank you 的事情。当时在选之前有一个状况，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团体啊，不是周去找妈祖摇杯吗？Oh, yeah, yeah. <laughs> 好。 那这个事情就衍生了很好笑的笑话。当时不是圣杯吗？嗯，啊好。那圣杯的呢？他说是圣杯，是因为妈祖不赞成，呃，陈伯伟被罢免嘛？啊，那现在请问一下，陈伯伟被罢免下来了，那那请问一下那个当时那个团体，我们应该讲说，是你在污蔑神明，嗯，还是你在在干嘛？你把神明的那事情来开玩笑？ 那你不就是跟某一位苏大师主一样，连神明都能拿出来晃点了吗？之前不是一个苏大师主也是一样，答应神明的事情也没做到嘛？骗神那你们这些，对，那你们这一些人都喜欢拿神明出来晃点，喜欢拿神明出来当你的那个免死金牌，嗯，很好笑哎、欸。那你这样子不是陷妈祖于不义吗？然后曾经有人，就前几天有人问我，我说，哎、欸，不是啊，那当时有人给他圣杯，我跟他说是。 他确实镜头也拍到他圣杯，那是因为你跟妈祖讲说，不希望陈波被罢免，然后圣杯，那是因为他应你这个人的最后的要求，他是如你人愿，但是妈祖不能违反天道啊，嗯，懂吗？我的意思是说，嗯、你的你这些人民对我们这些神明有什么要求？嗯，我答应了你。 你希望我给你圣杯，嗯、因为你最后是讲说，请给我一个圣杯，所以妈祖是给他一个圣杯，他不是给你讲说我可以担保陈波不被罢免。嗯，对，我是用这个原理跟有一个人问我的，因为他是民进党的，嗯、他就来这里来跟我吵。嗯、我跟他说，那是妈祖回应他，因为他最后跟妈祖要求的是，可不可以给我一圣杯？所以妈祖是给他圣杯，但是不是说他答应不帮让那个陈伯被罢免？ 嗯，就算他给你圣杯，嗯、但是妈祖不会违反天道。嗯，因为天道循环就是，他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嗯，你看，这就是神明嘛、啊。请大家不要再把神明拿出来当明示金牌，尤其是那一些绿绿的朋友们，真的不要那一个也拿，那一个也拿，老天爷是有眼睛的。嗯，对我希望大家哈，真的。 不该做的事情都不要做，人家没讲过的话不要说，人家有讲；人家没做的事不要说人家有做，然后自己搞到那么脏那么乱以外，然后还要去污蔑到别人，尤其是我那一个姐姐北卡大姐，吓、啊、<對>我一跳，<對>我以为她你因为你说自己没有做事，然后很脏什么，然后想要接北卡大姐，没有啊，真的啊，因为她无妄之灾啊，<laughs> 啊所以我那天回去跟我讲过了，她、哦、是无妄之灾。 好、哦，我也不要说是谁，我只是请大家人跟人相处，人前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如果一定要都要踩到这么的极端，嗯、我觉得都不是好现象了。因为你不难保，你今天你之前有请过人家去帮你去站台，或是帮你去为你的直播做什么事情的，嗯，那你你不懂得知恩图报以外，那就算了。那请不要背后再捅刀，嗯、就大家平平平静静的各走各的，不就好了吗？ 嗯，<noise> 你何苦来哉？兜了一圈，绕了一会然后又回来，没必要。嗯，<noise> 而且你又间接的去伤害了其他无辜的人，这不是老天爷愿意看到的。所以我刚讲了，<noise> 老天是有眼睛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嗯，陈 <noise> 柏 <noise> 伟跟王浩宇他们那一些都是这样。啊、哦，老天爷有一定的循环在走的，所以不要有一些人认为他们现在做什么事情就没事。 不是没事，是时间还没到。只要时间一到，就算你不是死的很彻底，但是会丢脸丢的很难看。嗯，哎，这是我今天刚刚突然想到了一个话题，嗯，对，跟大家分享。哎，君君，谢谢，谢谢范天哥，谢谢，谢谢范天哥，晚安。对了，哎，要好好，要好好的跟帅景相处，好好沟通就好了，不要太激烈哦。不会啦，谢谢范天哥，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哎，方天哥这个解读、呃，这个解读啊，这个解读啊，这个等一下哈，方天哥，这个解读是是好。哦喂，Hello，嘉翰。哎、欸，君君君君。哎、欸，你好、欸。啊，好久不见。是。嘿、欸，难难得晚上播哈、哦。对。嘿。请说。阿啊，阿、啊、阿，你、啊、你、啊啊啊啊啊、也是跟嘉加油打气。 好，谢谢江汉。啊啊啊不，那个，那个，罢罢免成成功的。呃喂。我有在听，有有。哎哎<嘿>。对、欸、啊 <laughs> 啊，我还是要支支支持你。好，欸、江汉，谢谢。好、啊，<你>还有那个，嗯，那个罢免者就就那个，哎、欸，就就继续告告告告他。 会会，我会的，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哈，好，嘉汉，谢谢你哦，哈，好好好，就这样哈，哈哈，哎，好，还有祝祝福你跟那个、那个、那个身身体健康，高兴，好，嗯，哎，还有那个君君宝贝也是，啊，谢谢你，嘉涵，谢谢，你也是哦，好好好，晚安，好，晚安。 Bye bye 好，拜拜。<laughs> 好，谢谢嘉汉，谢谢他的祝福啊、哦。然后刚刚范天哥他他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解读，我觉得诶也是蛮有趣的，也是蛮不错的哈。就是你跟妈祖要圣杯，那他就给你圣杯，但是不是陈柏为罢免不罢免的事啊？那我刚还没有讲完呢，再跟大家继续讲。假如如果哈，诶对，有时候我确实哈。 我我讲我的事情，然后用第三人称，或是我真的是别人发生的事，你管我，对不对？哈、哦，那这个，假如哈，就像我刚刚讲的，有一有一个爸爸，他给家里带来了很多的痛苦，然后后来他去再娶再嫁了，去有他自己的家庭，后来他被他那个家庭不知道怎么样了，后来他去当游民了，然后原生的孩子是找不到他的，等找到的时候。 就已经是被安置好了，那有付钱，可是付钱，哎、欸，我现在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件事啊，这不是我的事啊，但我要跟大家讲哦，有一些游民他是有家人的，家人找不到他，那后来家人找到他了，或是被通知了，这不是我的事哦，我先讲哦，那家人会面对费用，对吧？ 在面对费用的时候，你知道吗？这笔费用，我现在请教大家，这笔费用他跟你要多少，你就给多少吗？有没有一些账要看？有没有一些账要对？有时候这个爸爸他并没有，或是妈妈都好，他并没有照顾这个家。法定年龄是要照顾到养到十八岁哦。好，那我们之前有一个口印的，他爸就没养过他，他就打官司啊，打官司他就。 跟他爸，我看是要怎么样，我忘了他打那个官司是什么的，但是是可以有一个协商协调的动作，哎，是可以这样的。好，那我就觉得奇怪了。那我我们就是你只是看到很表面的事情是这样，但是人家发生了什么，你根本不知道，然后可以说的天花乱坠，讲到人家一无是处，连连我们连这个付款的。 付款的收据都拿出来了，不是吗？可是我只是在这边提醒大家哦，有时候付钱的时候你要去对账，你要去对好然后再来就是他到底抚养的跟欠的债有没有养到十八岁，这都是一个依据，这都是很很多很多繁琐的事情要处理。那基本上有付钱这个事情，就根本就不是弃养。 所以怎么会一直说人家没付钱？这样是非常非常恶劣的、哦。所以这个就到时候再说吧，哈、哦。然后还有还有一件事，我也觉得很有趣。好、哦，这个 Dad dy, Daddy Daddy，如果 N O N H 你还在的话，第一哦，这是我的私事，其实我没有义务要跟任何人报告，但是因为我想到。 实在是太好笑了，所以我就还是跟大家说哈，我就还是跟大家说好了。好，daddy daddy，哇天哪，叫小编 daddy，哇塞，天哪哈、哦！第一个有没有一种可能性，那个人到底是谁？你们怎么知道他叫 daddy 的对象到底是谁？谁能证明是谁？谁能证明是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叫 daddy daddy。 他一定是在叫那个人吗？他一定是在叫那个人吗？有没有一个可能性？他们看到 daddy 在外面，有没有一个可能性？当他在叫 daddy daddy，以前曾经带我来过这儿，后面那一句是 daddy 以前曾经带我来过这儿，后面那句没讲，前面的叫了 daddy daddy 被打断。这个，各各位好朋友，你们知道吗、啊？就。 可能性有很多种嘛，所以如果你只偏听，你只听了片面之词，然后你用你的方式在说故事，用你的方式在解读的时候，然后又全是恶意的时候，啊，不是很好笑，阿姆西进后球，对不对？<laughs> 所以邱伟，你看哦，有有没有可能是这样？有没有可能？你们根本没办法证明开。 你们根本没办法证明小朋友他他他到底在叫谁 daddy，你根本无法证明，然后就随便说他一定是叫谁 daddy，他叫谁 daddy 叫谁，这个真的是太莫名其妙了，不是吗？对啊，所以我也我也就很很无无被他们的这个觉得实在太无言了。好，我们还还有 c 印 in 的 c 印 in 的，哎，我我怎么没听到？ 哦，有、oh, 有有有，好，能有哥先把声音关掉，能有哥声音关掉，<laughs> 谢谢，能有哥好。好，那个线上朋友大家晚上好啊。嘿，<Hey. S 3> 那个因为今天晚上有提到那个之前你帮他推播的，谁蹭谁啊？包括就是说那个那个游来游去，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当初还跟你约在那个龙岗那个国旗屋见面，结果呢，他自己本身还迟到，比谁都大牌，啊，这是一点。然后最近的话，我仍然有听到，就是说，在传言讲说，哎，君君要灭小台，那我就跟这些人讲啊，我说君君帮这么多人推波。 他他的推波目的是要帮他推波了以后再来消灭他吗？我说这是什么逻辑的讲法，对不对？所以说我是在这个线上跟就是说一些听众朋友，就是讲就是说，当你听到人家在说“君君要灭小人”的时候，请你告诉他逻辑的问题。嗯。 对不对？怎么又可有可能说你你今天你去建设的一些东西再来破坏呢？对不对？你花了心思去建设起来的东西，然后你再再去把它破坏掉呢？没有这种事吧？那如果说你要去破坏的话，你当初何必去去帮这些人推波呢？要消灭这些人，嗯、你何必去当何必去那个帮这些人推波呢？ 嗯，所以说我真的是奉劝奉劝君君，以后你也别不需要去帮任何人推波。嗯，不敢了。真的，对，真的是没有必要。你看看，你帮多少人推波？如果要点名的话，我一个一个点名出来。没有没有没有。全部都背叛了，<laughs> 全部都背叛了。对，对不对？包括就是说，甚至于昨天呢，在高雄也碰到了。 哦，对，你们高雄高雄怎么样？你们高雄的活动还 OK 吗？还 OK 了，就是说至少有他有派出主力来接受这个澄清啦。嗯，哎，嗯、因为就是事前的话，就是说那个他们警方的那个也有来做沟通就对了啦。嗯、就跟哎意思就意因为这一次没有申请嘛。嗯，他那个没有事前申请机会了，但是就是。 这一次那个警方他是蛮就是蛮通融的啦，嗯、蛮蛮通融的，就是说没也没有说太激烈的那个组长的那个手段了，哎，所以说有达到诉求了。那如果后面的话，看他如果说回应看怎么样，如果说没有回应的话，就是说后面还是会有持续的运持续的活动了。嗯，目前是有暂定十月。 那个十一月四号，嗯嗯，十、嗯、一月四号，但是现在还没有决定，那就是说看那个到时候那个议员这一些在市议会那个陈其迈是不是有出席接受咨询了？如果说有的话，嗯、可能就会有十十一月四号的活动了、啊。哎、欸，嗯、对，那那天的话也碰到，就是说有离开的人。 <coughs> 到那个高雄去，嗯，啊，到高雄去，欸、嗯，然后呢，这两天呢，对面台也拿我的，拿我的名字在做文章啊，嗯嗯，嗯啊，也在做文章啊，说什么，欸、说什么，想要招叫什么刺青男来找我，嗯，啊、我说这，我说这个这些人呢，这也甚是无聊碰面了，你不当面跟我讲，嗯、事后了再来放马后炮。 对吧、啊？对啊，我说，我现在这那个，现在跟对面这这个人讲啊，下次碰面的话，你就直接来找我好了啦。嗯。啊！不要再试后再放马后炮了。嗯。在网络上，在网络上的话，在拿我的拿我名字在那边练练什么，我又不是什么咖，对不对？嗯。真是无聊。嗯。嗯啊。 啊，我就是我，主要是要讲，就是说以后不要再帮人家推波了啦。好，我知道了。然后、啊、那个外面的、<laughs> 外面的、外外、外面的这些人的话，也不需要再传了，没有这种事啊。嗯、帮忙推波再来消灭他，何苦来哉？是啊，花了是、啊、花了一堆心思在那边再来消灭他，对不对？想想这逻辑性成不成不成立嘛？嗯嗯。啊、嗯，好,嗯、好，我就讲到这里啊。谢谢能友哥，拜拜能友哥也辛苦了。 对啊，到到高雄去，好，真的也辛苦了，谢谢谢谢。好啊，各位好朋友，<laughs> 好啦，没事，高薪好，高薪没事没事啊，大家，对我是名花有主啦，我早就说过了，我死会啊，我从我从那个那个那个什么，两年前直播我就已经说过啦，对不对？ 我早就跟大家讲过了，所以没事没事，好，但是，对对对，我们这个没事没事，好不好？好，好啦。诶、欸、这个诶、欸、高高薪没有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好，那个呃威望你要自己删掉，还是我帮你删掉？好像我们不要指名网友，好不好？除非你指名他说你好，<laughs> 好啦，好，删一下，删一下，好，这这没事啦。 对呀、啊，好、啊、邵高雄，谢谢谢谢。嘿啦，我就是我都是同同一口径，就是这样好不好？只是没事，对，只是我就我只是跟大家讲哈、哦，就是他们编故事的能力哦，赞赞 d a、啊、d d y Daddy，哇，可以编一大串哦，哇，赞赞 <laughs> 所以。 一家，谢谢谢谢，不会一家，我跟我跟你说，因为我可能也已经习惯了，好，我我可能就是我现在听到，其实我没有什么感觉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诚信了嘛，就是没有诚信的人，你今天没有人格，没有人品，又没有诚信，他讲什么我还当真，那我不是，那我不是疯了，我不是对不对，我不是神经病了是吧？哈、哦，这个还是讲到，如果你们有看漏点照的话，他自己个人漏点照。 他自己的那个是真真实实的露点照了，然后他就告诉大家抹黑修图啊，就告诉大家他是修图，你看，所以好啦，那因为哈、哦，今天晚上我看大家可能会可能会有点无聊哦、啊，因为我收播之后，因为胡子今天没有要开播，好要请我跟大家说一下，他没有要开播，喂，我看看他，我我来问他。 好，他他是这样跟我讲，但是原因呢？原因呢？就让他自己跟你们说喽，好不好？啊，原因让他自己跟你们说，我只帮大家确认。<laughs> 嗯，哦，大黄哥未开啊，那大黄哥你现在开嘛？ 你可以开吗？你可以现在开吗？要不要？哦，你们怎么都知道胡子打疫苗？对，所以你们都知道，我我最后一个才知道。好好好好,好，那大王哥，你开啊，你赶快，你你,你现在开要不要？算了，我我直接打给他比较快。结果我不接电话，我还要人家接我电话。哎呦！ 希望胡子打疫苗没事。哎、欸，我到现在还没有打、欸，哎，因为其实我有一点担心。对啊。然后大黄哥开的时候要教他唱歌，唱《你有我》他。他他去打疫苗，对。大瑞好，朵朵云。好好好，老辉啊，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知道。打完还贴一条根。 我我问一下，哎、欸，我传讯息给大黄哥，我来问他。要不然晚上太无聊了。哦，正双十五日有打到哈。好，那希望打到的人，大黄哥你有要开吗？啊、哦，糟糕，我竟然听不到他的声音。看一下，唱一首改编的歌诶。对啊，我我刚才。 大黄哥，我现在听到了，对啊，大黄哥，你有没有要开？有啊，有，那你现在开吗？開啊、然后我还改改编了一首《有言的结局》欸。哦，《有言的结局》。诶怎么断掉了？所以大黄哥现在有开是吗？哎呦，你们想高景了？那你们看高景明天开，他明天早上应该是会开了。我看大黄哥，我我没有看到你有开啊。 没看到，我我再打一次给他。我现在正在开啊。哦，你正在开，好，那不打扰你，不打扰你，好，拜拜。<laughs> 他说，他觉得我很烦，他正在开，正在开。 没有，因为最近我们家里面就是有一点事情啊，比较忙一点。是的，所以景就跟我一样都比较忙一点，可能早上早上就比较没有办法。好、哦，永欣，景有想你们，他有对，可是因为大家知道我这个家里外婆的事情了、啊、哈、哦，所以最近是比较忙碌一点啊，早上可能都要去其他地方有事情要处理，叫高景来现场、哦。对 好，建伟哥说不要再推了，<laughs> 没关系，偶尔。大黄哥哦，大黄哥是我们的友队，也是队友，好不好？<laughs> 好，那我就先收播了。那等一下跟大家说这个讯息，大黄哥现在正在开直播，好不好？啊、哦，好，那今天晚上我们直播就到这边喽，谢谢大家，谢谢。 瑞奇勋、马大姐、Blue Rain，你好。然后英华、春福、浅浅、建伟哥、Max、喜乐喜、梵天哥、朵朵云、KK、瑞奇、明玲、女人、拜拜、何公主、赖圈圈、秀兰、建中、威斯、瓦莉、Dominic，然后范和金大哥，拜拜，拜拜，拜拜。拜拜